报告全院委员会，现在继续进行开会。今天10月20日上午进行审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黄昭元相关事项。党团询问顺序：一、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之顺序，采即问即答方式进行，并得采联合询问，但其人数不得超过3人。在进行询问前，先请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黄昭元说明，时间10分钟，请黄被提名人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早安。我是黄昭元，很荣幸接受总统的提名，而能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身份，在立法院接受各位委员的审查。以下将按照个人生平经历和专业表现两个部分，向各位委员扼要的口头说明及报告。关于个人的生平的部分，我出生并成长于台南市，一直到18岁北上就读台大。我来自一个小康的家庭，父亲经营传统的租书店，母亲除了负责家务外，也协助父亲的店务。因为经济因素的限制，父母亲的教育程度都不算高，但他们对于子女的教育都非常重视，因此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至少都完成大学教育。我在国中的时期，因为受到国文和历史老师等多位老师的启发，开始对于人文社会领域的知识发生兴趣，因此在就读台南一中的时候就选择社会组，并且以法律系为目标，后来也如愿考取了第一志愿台大法律系。1984年大学毕业，当年我先考取台大法研所，并且通过司法官特考的笔试，隔年再通过律师高考。虽然父母亲希望我能够从事司法官的工作，但我自己的理想则是出国留学以后能够回来从事学术研究。在台大法研所的就读期间，也因为受到了翁月生、廖义南、李鸿喜等多位老师的影响，更进一步确立了以行政法、宪法等公法领域作为我自己未来的研究的目标及方向，并且在翁月生教授的指导底下，以行政诉讼中的课与义务诉讼为主题跟范围，撰写硕士论文。在退伍后出国前，我曾经在万国法律事务所担任受雇律师，前后将近2年。在万国的职业期间，我有幸广泛接触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以及公司、银行、投资等各类的非讼事件，也亲身经历了律师咨询及辩护等不同性质的业务，以及法院的审判的实务，大大开拓了我自己在法律应用面的知识和视野。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2年的律师工作期间，我有幸可以认识很多优秀的律师前辈及同仁，在他们的指导及协助下，让我自己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法律实务运作的严谨及复杂之处。此外，在职业律师期间，我也有机会接触到不同领域及层面的当事人，从政府官员、企业主管到一般市民都有。虽然只有短短2年不到的时间，但也多少体会了人民运用诉讼程序的各种期待，或者是被迫参与诉讼程序的种种的无奈。这是我人生中很宝贵的一段经历与体验。1990年的7月，我在教育部公费奖学金的资助底下，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就读法学硕士。92年九月开始，在同校攻读博士，
三年以后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是以自由化跟民主化和本土化的三个面向，分析台湾在解严以后的民主化及宪政改革的过程，一直到1994年的修宪。在我的论文中所运用的学理，除了宪法学以外，也包括政治学的民主化理论及国际法。这也是我回国以后以宪法和国际法作为我主要的教学和研究领域的原因。我1995年毕业以后，我很幸运的能够回到母校台大法律系任教，先担任讲师一年，然后再改聘为副教授。2004年八月升等为教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年的教学经历。我讲授的课程包括宪法、比较宪法、国际法、国际人权法等。在2012年八月至2015年的七月的三年期间，我曾经担任台大法律学院副院长兼科技整合法学研究所的所长，同时负责国际交流业务。这是我在学术行政方面的主要经历。在公共及社会服务方面，过去我曾经担任过台北市就业歧视评议委员会的委员，也曾经担任过行政院中央选举委员会人权保障推动小组的兼任委员。此外，我也长期参与一些民间的专业和社会团体的活动，包括台湾法学会、台湾国际法学会以及橙社。不过在过去10年之间，我选择回到我自己的学术专业，所以所参与的民间社团的活动基本上是以学术性的学术研究活动为主。在专业表现的方面，宪法是我的第一专长，国际法是次专长，因此我的著作也是以宪法为主，国际法其次。在过去的21年之间，我共已发表了中英文的专书篇章及论文级的论文约有35篇以上，期刊论文超过60篇，另外还有大约40篇的研讨会的论文，其中有一半大概也另外改写并出版为专书或期刊论文。敬请各位委员可以参看我的代表著作的目录。在各类著作之中，我和林子怡及其他三位留美的宪法学者曾经在2003年共同编著了《宪法权力分立教科书》，这是我国第一本运用美国案例法的方法，并且以我国大法官解释为素材来统整跟分析相关的宪法学理。就方法架构跟理论而言，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对于引介美国宪法的理论及研究方法，对于我国乃至于比较宪法研究应该有一定的贡献。至于我个人的研究成果，我在司法违宪审查、审查标准以及平等保障一直有持续性的研究及著作。那也因为从事宪法研究，因此我也曾经受大法官的邀请而参与多件释宪案的说明会或宪法法庭延迟辩论，提出鉴定意见供大法官参考。在我国各类法院的审理程序中，大法官释宪是唯一容许法官发表个别意见书的机关及程序。因此大法官不仅要透过合议形成正式的解释，也可以透过意见书表达个别的意见，而与同侪及社会沟通对话。大法官的释宪机制除了解决宪法纷争的制度功能外，其实也很像是一个长期举行的宪法论坛，对于促进社会的宪法共识及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功能。如个人有幸获得大院同意得以担任大法官，我除了会继续秉持对自由民主的信念，致力保障人权、维护主权之外，并会延续我自己对于平等保障的学术关怀，重视社会正义议题，以深化相关的宪法解释。最后在结束之前，请容我利用这个机会，在这向我的爸爸妈妈、向我的牵手、跟我的囡仔，以及长辈时代、跟我的朋友，感谢恁的支持，让我有法度行到这个所在来接受更大的挑战。以上是我的说明，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谢谢
黄被提名人之说明，现在进行各党团委员之询问，请林委员立场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有请黄被提名人。请黄被提名人。委员好。哎，黄教授好。谢谢。教授，我们今天的大法官提名人的那个询答是最后一天，那相信您也看过前几天的所谓的执行过程，有很多委员非常的注意到所谓的提名当中有几位是比较利益关系非常亲密的，包括您也被点名了，所以呢，本席知道说政党认同跟政治就是政党认同，那政治的议题发表意见是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宪法保障人权的一部分。那立禅今天已经知道说您是总统的被提名人，我觉得说未来将会成为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前线者，应该这么说吧。所以呢，您的意识形态会不会影响到您往后的视线的一些判断？这外界非常的关注了哈。那我们今天针对这些来跟教授您做一些讨论。那当然，教授您有自己的所谓的政治的信仰，也有您自己的所谓的政治的倾向，但您也要知道，大法官的职位产生。我觉得说是代表我们某些议题上要去视线的，但您的政治立场跟您的政治信仰，如果遇到视线的时候，会不会跟原本您的信仰会去做冲突？您理解我的意思吗？您自己的立场，那遇到所谓视线的议题的时候，会不会冲突？因为立场既了解，我觉得说，例如说一个法协的教授。您可能会支持台独，可能会支持两国论，可能会重新的制宪。但如果遇到了您现在担任了中华民国的大法官，负责制宪中华民国的法嘛，那如果遇到这样子冲突的时候，您如何去调试这样子的落差？谢谢委员的询问。对。那关于您的问题，我很扼要的分以下。几点回答。对，任何人都一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当然跟政治立场，对，大法官也不例外，当然过去大法官如此，未来我相信也会如此。对，那您会吗？所以完全的所谓的切割，在我来看那是不可能，完全切割不可能，也是过于美丽的期待。对，但是大法官的视线，我认为有以下的几个机制。第一个，它是一个合议制，我一个人，总共15个人。对，我个人的想法，不管是意识形态，或者是我对宪法上的见解，都必须有办法形成有说服力的论述，对，足以说服其他的14个人。那您会把您本来的第二个是大法官的，我想制度跟制度本身的一些限制。大法官就跟法院一样，他是被动。不告不理，一定要有人提出申请案，大法官才能受理，才能，而且也只能针对申请案的范围内容去做。那针对是申请案的范围内容，我只是假设说，就是跟您的立场不同的时候，您会很客观公正的去做一个裁判吗？还是公关，就是公正的去做一些建议吗？还是会加入您自己的所谓的，您刚刚说没办法切割，到底没办法切割到哪里，还是完全没办法切割，这是两回事。加入自己的意见跟公不公正，我觉得是两回事，并不是加入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不公正。我们之所以会希望，比如说有不同背景、不同立场、多元的大法官的组成，就是希望不同大法官能够带进他们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贡献。对。但是合议制本身，比如多数决会形成一个制度上的限制，再加上议题。那您会完全
都是加入自己的意见跟自己的政治立场进去，还是您会先站在中华民国的大法官的立场先去看这件事？有时候您的意识形态全部进去的时候，您说可能没办法切割，到底有办法切割到多少？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恐怕没有办法抽象的回答。我要看具体的案件，具体可以吗？那我只能说，好，那我们身为一个法律人，我们的任何的主张都是要讲理由。好，要论述，要讲理由。因为刚刚有跟您听您报那个做一些报告过，那您讲的是人权嘛？待会来跟您讨论一些，我要了解一下。到底您的意识形态跟您的所谓的我们的大法官的专业，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总统提出来的大法官的概念有没有不一样？以下可能会跟您讨论到所谓的平权原则跟比例原则这两个，我觉得说，因为在争这个没有用了哈。那我觉得说，教授您是台大的法学的一个资深嘛，刚刚您也讲了很多，不管学术，那可能桃李满天下都是您的学生，那多年来经验，不晓得您有接触过外籍生或侨生吗？当然有，有啦哈。那您知道外籍生跟侨生在台湾可以纳入全民健保吗？有，你没有关心学生哦？看情况，我知道像陆生就一直是一个问题。对，那外国人来到台湾，我的理解是，他们如果是所谓的用那个居留、合留的哈，四个月以后。哦。但是那个当然通常是说有工作的、有工作的人。对。对，依照我们的所谓的移民署的相关的法令，就是进到台湾来之后就居住满六个月嘛，我们健保法就可以加入健保。那我不管六个月还是四个月，我要讲的是所谓的。您刚刚也直接提到陆生，那您知道陆生可以纳保吗？应该还不行。那您知道说这样子的不行，在我们中华民国号称出我们是人权立国，那您觉得在我们中华民国既然允许有一群学生，他是大陆的学生来到台湾，结果他的医疗权跟不一样的，跟别的学生有不一样的，您觉得这样子的比例原则跟所谓的平等权，您觉得这样合理吗？委员指教了这个问题，在宪法上跟比例原则可能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会有关的是您提到的平等保障。对对，那就平等保障来讲，如果我可以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回应的话，我想分一下几点扼要。第一个，这里的平等保障，我就碰到一个平等比较难的问题，就是本国人跟外国人的之间的差别待遇。我知道。那外国人的待遇的问题，从入境到进来，因为这里往往跟一个国家的主权有关，所以每个国家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跟本国人一样。只是万一这件事进。第二点，对不起，我再继续讲，就是说，第二个也会涉，因为健保这涉及到广义的社会福利的事项，所以它会跟国家财政资源有关。好，那但是即使是这样，所以您觉得国家的资源跟成本考量是可以凌驾人权咯？如果这个人权，您会觉得说它有太复杂了，所以呢，陆生太复杂了，没办法在我们台湾享有平等人权，所以我们号称是。国际上的那个人权立国的一个民族嘛，那为什么陆生没办法？那我们也号称说，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国际的公约里面有看到经济文化的相关的平等公约嘛，那我们台湾也已经这个法也在我们台湾已经法制化了，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允许这件事情在这里去发生？您觉得说合理吗？如果不合理，您结果之后您会支持这样子的？如果提到视线的时候，您会支持陆生在台湾纳保吗？我刚还没有机会把我的想法全部讲完。我自己也在美国留学过，对，所以外国学生在比如说一个国家里面，他的保险能不能参加社会保险，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一概。可是教授，对不起，我。
我先把第二点讲完，我想委员您就比较知道我的意思。因为我时间上没办法让。就是、哦，抱歉，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所有的外来的学生，包不管是所谓的外籍生跟陆生，原则上应该同等看待，要一致嘛，全部都有，要没有，比如说你们自己去买商业保险，那就全部都一样。对，所以您也觉得要一致。是这样，那当然这件事情。从宪法平等来讲，其实大院透过修改法律是最快的方式。那个、对，不管是要修改法律，还是要所谓的修改健保法，还是要所谓的视线来说明这件事，都没关系。刚刚您的想法我已经很清楚了。不管是外籍生还是陆生，他来到台湾应该要享有平权嘛？您认同嘛？所以我觉得说再一次的说明了，千万不要政治考量。凌驾了我们的人权保障，这是我今天在前面要跟您讨论的，所以这一块也说明了您支持陆生在台湾纳保这件事。那第二个我要跟您请教的是所谓的工作权的部分。那我们也知道说，教授您是法学的权威，再一次给你欧露一下，因为你头在台语嘛。我是感觉讲吼，讲台语真正是较亲切啦吼。好，咱嘛知影讲，在咱台湾，不管是在咱中华民国嘛吼，有身份证的，只要不管是我们的所谓的国籍法，还是我们的两岸关系条例，只要他取得身份证后，10年过后才能参政嘛。对，那未满10年是不能参政的。那这个议题也有人家提过了，然后在大法官的会议曾经做过一次的说明，第618号嘛，应该您非常的清楚，就是会觉得说参政就是参政的限制是合理，限制是合理的，是因为外国人或大陆人士必须要学习台湾的民主嘛，还有我们台湾的政治文化，所以要限制10年嘛。但在整个条例里面，我们又看到说参政权以外，还有两岸关系条例的第21条也谈到大陆人士在台湾的工作权的限制，就是也是就是说他取得身份证10年后才能参与台湾的所谓的公务的机关的工作，还是所谓的组织政党，是这样子吗？但您觉得说这样子的概念，我们觉得说这也有如果有您的重要性，但为什么陆生取得身份证后未满10年不能去当厨工，也不能去当清洁工？我们觉得说国家安全跟国家考量是很重要的。今天如果在国防学校里面当厨工，或许会泄露一些国家机密，有考量。今天如果是总统府的垃圾桶，清洁总统府的垃圾桶，或许可能会透露一些国家机密。可是教授您知道吗？在国小或国中当一个厨工，在那边会泄露国家机密吗？他们连这个路配都不能工作，不能在这边工作。那您觉得说在一般地方的那个清洁队当一个清洁队员，清垃圾，清洁粪扫的，讲这会涉掉国家的机密，袂使做。你感觉安尼敢无合理？敢无合理？这种人权，连咱台湾敢袂使安尼继续落去？头下委员指教的，但我讲过去伫涉及618号，确实有这个解说。我家己有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这号解说。所以你冇批评嘛？我简单说明我的看法，好，委员参考。第一，我认为讲，当然一再牵涉到。即、这个所以移民入来了一挂效果，当然，立法院有上较大的权力，即无唔对。但是我认为，头下讲伫迄件解说内底，即个结果，其实我原来无满意。我认为讲，就咱像头下委员讲的，限制即个用规划的外国人将来袂使担任即个所有的公家机关的，即限制到上宽啦。对。有必要针对委员头下讲的，有一挂这个，咱比如讲是较，因为为什么有这限制呢？咱搁看，第104年，2004年了哈，2004年到2007年，就在扁政府时代发了这两个函给各县市政府，就是厨工跟清洁工，就是限制陆配不能工作。我觉得说这一块，如果黄教授您觉得说也是不公平的，你不能限制全部。
你应该是有部分是可以开放的，因为我们号称人权，我们在工作权跟平权这块，我觉得这是那一个很大的漏洞，您认同吗？这部分，即个立法院有林委员，其实您透过修改法律，其实可能就解决掉啊。会使啦。要跟大法官吼做完嘞。是。真正做完嘞。是，了解。所以呢，您觉得说这样子的概念，您觉得说我们后续的继续去推动入生纳保跟入配的工作权？去做全盘的考量，您支持这样的概念吗？很抱歉，你大法官的工作是宪法解释，我要等到看到个案才能够做。那未来的案子怎么样？我只能说在那个时候再来表示我个人的见解。那至于这，好，谢谢林委员，谢谢黄贝提名人，来，请回座。下一位。我们请吴委员致阳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有请黄贝提名人，请黄贝提名人。委员好，黄教授好，恭喜您被提名，谢谢。我想，在整个被提名人里面，您是最年轻的，而且我注意到，好像只有您可以代表比较留美的一些观点，所以我在有些事情我要特别请教您，你可以不必受限于其他被提名人的学术背景来回复，首先，我想这次，其实争议最大的还是许宗力大法官，应该都是我们的老师了啦，他的连任在任的问题，我想你可不可以跳脱一下德国的宪法的规定，你从美国的宪政观点来讨论一下，到底大法官连任在任，如果我禁止连任，是不是就涵盖其实他意涵在任也不适合这样子的意涵，你可不可以以美国的宪政的角度来给我们说明一下。谢谢委员的问题。虽然我是留美的，但是就这个问题的解释，我认为美国跟德国在有解释的方法，其实恐怕没有太大的差异。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我个人对于政修条文第五条有关于限制大法官连任的理解，那个连任，如果我们同时参照，比如说宪法里头关于总统也有连选得连任一次的限制，我们各级的这些行政首长民选的也都有类似的，做这些相关，我们法律里头关于连任，我的理解是它指的是任期继续不断连续的这种情况底下才叫做连任。那至于再任，那当然。当然，我们可以讲广义的在任，包括刚讲那种连任，以及任期有中断的这个所谓的狭义的在任。那这种狭义的在任，我个人的看法，应该不是在宪法征修条文第五条的限制的范围之内。好，这个是对宪法条文的解释哈。那我解释一遍，你听听看。好，虽然我没有很高的法律学问哈，但是我一直觉得司法官的提名，尤其是大法官的提名。他应该不要局限在法律的解释上面，他这个是非常崇高的任命，他必须要争取到人民的司法的信任，我是觉得这一次，因为昨天好像也有一些20几个法官他们联名上书，他们觉得有违宪之余，他们也不敢讲一定违宪，那因为条文写得蛮清楚，所以可是大家还是觉得说不适当。那不适当的状况下，就是有一点政治判断了。那我个人也有一点小研究，我翻了一下当时征修条文的修宪的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个时候是希望仿照德国跟意大利的一个体制，他们希望说司法官那个时候本来是大法官是本来9年，而且可以连任而且大概就是考虑如果年纪太大就不适合那就没有其他的考量但是基本上后来德国跟意大利他们主要是考量就是说，如果可以连任的话，他们有一个疑虑，就是担心在任现在在位的
这个大法官为了要寻求连任的机会，他们在解释上面，他们有可能会投这些有提名权的人的所好，就没有办法展现一个司法的这个独立性，大概是这样。所以他们想仿照德国跟意大利，那德国当然知道12年不得再任跟连任，那意大利是9年基本上也不能再提名那当然有一个吊诡，现在就是大家在争执，就是说本来9年，我们后来条文定的是8年不得连任所以很多学者在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既然德国有连任跟再任，我们只有写连任，所以解释当然解释，就我们没有限制再任第二个讲的是，你9年如果把它延长一点，有可能就有意思是不能再任你变成8年的话，好像没有很长我想这个，我觉得这个层级都是属于法律一般解释者、律师跟一般的教授就能解释的事情我们今天请到这么多的大法官的被提名，我们是希望有一个宪政的高度我认为德国跟意大利之所以要限制连任跟再任，就是法官的超然性其实这个大法官的超然性，连任当然会有疑问，我倒过来讲，再任就没有疑问吗你想想看，我反而觉得连任不见得有比再任问题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8年，8年的话，基本上总统就算连任也是8年可是因为他已经是总统，他才能提名你，那下一次的8年提名的时候，大概不会是这个总统甚至有可能换了一个政党所以如果连这个都在怀疑的话，我觉得再任的问题比连任更严重。为什么？因为台湾很有可能是政党轮替的常态所以当我们没有去禁止再任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年轻的、比较年轻的大法官那他就有可能我是法律人，都是从最坏的角度去思考，他就有可能在他的第一个任期8年里面，他就去投其所好，因为我总有一天等到你，我总有一天等到这个政党再次执政，也许是4年后8年完毕以后的4年后，或是8年完毕以后的8年后不知道，随时都有可能那我如果在我这一任，虽然我不会连任，但是我这一任我尽可能的表现让人家觉得我归属于哪一党，实在是太接近、太契合他的理念，让他变成某个政党认定了他自己人那这样子，他其实纵使中间有空了几年没有连任，下一次又轮到这个政党有提名权的机会的时候他会想到上次那个大法官表现非常良好，非常深得这个本党不知道哪一个党都可以本党的心意所以他还提名他。所以我觉得在大法官的超然性的部分，如果你禁止连任的原因是在保持司法官的超然性的话，这个原因在在任的状况下并没有解除任何疑虑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在任跟连任的机会只是差几年而已另外一点，我倒过来讲，大家都用文艺解释我倒过来讲，我翻了一下资料，也许我翻不整齐，我也没有看到当时征修条文里面在讨论这一条的时候，大家那么清楚的把连任跟在任讲清楚，而且立法者说对不起，我就是只不准连任，而且这个在任因为它太短了，所以在任我们不要去规范它，也没有这样子的文献所以我们现在不要，我觉得到大法官这个层级，不要像一般的法匠或者是一般法律系的学生看文艺就会解释，我们要有宪政的概念。如果这个防止超然的部分要防止这个司法被干预的状况仍然存在的话，依照
德国跟意大利的这个立法例的话，还是在任也是不宜，对不对？不知道这个教授的想法怎么样？好，谢谢委员的指教，我就很扼要的说明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刚委员有提到，就说你认为说八年以后连任发那个所谓的影响超然那个风险似乎还不大，反而比之后的再任小。那我的想法是，如果如委员所说的八年任满，那个所谓的那个连任的这个影响都不大的话，那隔了更长时间以后，这个再任说会影响到这个司法超然的这个风险，在我来看是只会随着时间而降低，而不必然是升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刚我有提到投其所好，然后去有点像买保险一样，我就写着意见书要给什么党看。但是其实不要忽略了，大法官的任命其实是两个机关、两个程序，一个是总统提名，另外一个是大院、立法院的同意权审查。投其所好的话，那他必须真的是很厉害的算命者，有办法算到这两边都是他的人。他也许投了总统所好，但是万一立法院是不同党，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地方去看，那就是连接到我的第三点，就是其实因为这一阵子的这个讨论，其实也让我重新在思考这个连任啊，这个对于所谓的司法独立这个影响到底有什么用？那就让我想起说以前在美国读书，比如说我也曾经那时候问过老师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个终身制是不是确保司法独立和这个关系？哈，结果那个老师就跟我说，其实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也没有说一定终身制就一定比较好，或者说什么任期制比较，也就是说这之间到底，在不管是在规范上还是在实证上，究竟有什么实质关联，恐怕都很难讲。好，教授，我还有问题要问你了哈。反正就是说，从美国法观点，你觉得解释上不会有什么差异，是不是？然后你不认为在任就会比连任更有疑义，是不是这样？好，那这是你的看法哦。但是我觉得，请大家思考一下，怎么样赢取人民对司法的信任？你讲的那个是很正常的这个宪政运作的国家，在我们台湾是一个很不幸长期政党对立严重，当有宪政重大争议的时候，总统又有提名权的时候，立法院又是多数党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提名人尽量不要有让人家怀疑这样子的空间，对于政治的运作、司法的信任才会有帮助，这个是我给您的一个建议。那另外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我特别在这里面，我特别欣赏您的部分，就是您是这里面最年轻的提名者，然后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元的观点。 您我想我们本身是受这个大陆法系，然后您在美国有很深的研究，所以你在很多的评鉴上，即使你很多答案没有去填，你的评价也是最高的。所以好，我们前面在讨论许宗力老师的问题，那我现在要问你，就是感觉上如果大家在这一次把这个在任的问题就这样放过去的话，下一个有最有机会的人我觉得就是您。换句话说，您也很可能在这一次如果通过的话，八年以后你还非常非常的年轻，然后隔个几年你又被提名了，而且可能是兼任这个司法院长的这个职务，所以碰到你的话你会怎么想？我记得张琼文被提名人，他就说他认为没有违宪，但是他个人不想被这样质疑，所以他没有这个勇气接受这样子的提名。那黄教授你的想法呢？要注意哦，您现在的讲法表态是永远在这个殿堂里面被列入发言记录的。谢谢委员刚刚的一些评价和期待。如果我有幸担任大法官，八年以后我就满62岁了。那我现在个人的生涯的规划，因为我这一次，其实我之前曾经犹豫过要不要接受提名，主要的考量是因为我还不到退休年龄，所以八年以后，其实我现在的规划是我希望能够回到公立学校来完成退休，因为这个
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等于说这也是我对我太太、对家人的一个算是一个财务上的责任。有时候大法官太早被提名是有点小尴尬啊。对，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我是真的是有点。那但当然这个不谈，反正最后我就是接受了，所以我想这是我个人对未来的一个的期待，就是我，但是我想这个不等于承诺。那至于说刚刚委员最后提到的那个，可能接近说要我现在去想。未来可能是八在家好多年以后的事情，好、哦，在我来看那个时候大概我已经一定是超过65以后了啦，大概对我来讲已经是面临退休，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其实当然一个就是事实上不可能。我最后有个问题，我想我会正面回应委员的问题。那至于说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人家提名你，真的发生的话，我会接受。正因为现在关于在任充满了太多的这一种不必要的争议，我不会在这种压力底下说我不接受，我会说，我在这里郑重讲，我会接受。你要证明你的超然性，没有错。好，很好，你这样子记录下来很好。我最后只有十秒钟，我再问你，因为人权保障宪法权利运作很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劳工的相关的权益，我请你如果被提名上去被当选，你一定要站在劳工基本好。谢谢吴委员，谢谢黄被提名人。下一位，马文君委员之质询以书面提出，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下一位，我们请王委员惠美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有请我们被提名人，请黄被提名人教授。委员好，教授实在一块肥肉在嘴巴哦。不咬下去也笨了哈，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这个再来的话，本席还是要讲一下哈，没有哪个位置绝对是谁坐了，但是呢，当一个很位高权重的一个大法官，那当了这个院长的权力取得是被，甚至像今天23个基隆的法官都质疑的状况之下，即使让他当到院长，我觉得都不太光荣。了解吗？如果是一个非常有人格的人啊，被人家质疑啊，大法官他又不是没有做过，当然是差法院 院长没做过了。当然有这个院长，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有办法做到。当然啊，要极力争取啊。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哈。我想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司法院大法官的审查，在本席跟你讨论一些实质的一个问题之前，我想请教教授，我们现在了解一些根本价值，你认同中华民国吗？中华民国四个字对你来讲到底是怎么样？你又是如何来看待中华民国这个宪法呢？我能不能我分两点扼要的回答。第一个，大法官对于重大的政治争议应该要保持一定的政治中立。那我想委员也了解，我们台湾人民内部对于国家认同一直有很大的歧义，所以对我来看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争议。所以不管是个人或是整个大法官的机制，对于涉及这一种连政治过程都无法一时解决的政治争议，其实最好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回到比较是个人的层次，我想台湾历经民主化这么多年，我们应该已经走出那个时代，不需要再像文革、再像纳粹一样强迫每一个人一定要公开的讲爱国，公开的讲拥护政府，这个才可以。好，教授，你也没有很正面的来讲嘛哈。好，来，那我们再来看看哦。我看你今年太平岛仲裁出炉之后啊，你有在脸书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在文末的后之后，你是这么注解哦：中华民国的用词啊，在内部来讲就是来满足乡愁。
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也就罢罢了，也就罢了。在对外关系还是用台湾吧，对不对？好，那我想要请教教授的，就是说，你所认知的中华民国只是一个自我安慰的名词吗？第二个，你所谓的对内只是来满足乡愁，那你这个满足乡愁是不是针对外省人？你是不是有很严重的省结情节呢？第一个，中华民国是我们现在的国号，这是第一点，所以这是它名词在我们国内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我们也很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共同 的不管是符号国号底下能够逐渐的形成共识，只是很可惜的是，至少以我个人来讲，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共识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形成。那至于我提到为什么说出去用台湾，因为我自己学国际法，我深深知道那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在国际法上是怎么被看待的。我再请教哈，你这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对内，你也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说你那个乡愁指的是不是对外省人？那你就让一些人的感觉你就是非常的有省级情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在对外来讲，你说我国政府历年来推动我们参加国联合国的会议，始终用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虽然有时候混用中华民国在台湾，但是从来不直接称自己是台湾。那我想要请教黄教授，就你的认知，应该是用台湾来做我们的识别旗帜，那这个跟我们现行的宪法中华民国它的冲突矛盾点，你又怎么解释？第一个关于那个乡愁的问题，我对乡愁的那个用法基本上是比较宽松，并不是说仅指所谓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才有适用。其实今天在台湾拥护中华民国或者是的人，其实不是只有所谓的外省人，他们对于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号这个名称，我相信很多人也有他们很深的感情，这是我的用法。但是不包括你，所以刚刚不包括你是不是？所谓的省级，但是不包括你嘛，对不对？你讲的是这些外省人嘛，讲的是有些人嘛，但是并不包括你，对不对？包不包括？包括很多的那个所谓的，你包不包括嘛？我就只问你嘛，你今天是要当中华民国的大法官，还是台湾国的大法官嘛？你就解释一下嘛，讲一下嘛。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就让人民自己透过民主程序去解决。那我政治问题，好，你这个你又说是政治问题。我们今天任命的是中华民国的大法官，而你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你都不能够认同，那我再来讲，你未来如何来解释昧于现实的宪法，你不会觉得很痛苦吗？你教授当打好好的，你有必要吗？我教宪法已经教了21年，研究宪法也研究了21年，当然很多问题会让我处在各式各样不同的想法，那个学术上的挣扎、学术上的困难，其实我都经历过。那我觉得这个好，当学术上的挣扎跟你是现实上的位置来讲的话，你要忠于哪一个？是忠于你过去的研究，还是忠于你职权上面的所该发言的东西？我会看到时候所出现的个案，看那个个案我该采取什么立场，我就采取什么立场。所以是用个案来认定？当然，今天大法官必须要在个案的范围之内去做成解释。好，那就本席就再来跟你讲，再来探讨一个问题。我们就来讲，在91年到100年，我们大法官解释申请的案件总共有3770个案件。结果竟然有高达3510案件是不受理的，那不受理率是高达95%的，那使得大法官的解释后来沦为叫做大法官不受理解释，而且审理的时间是非常的冗长的，而释宪的结果通常是语焉不详、模棱两可的现象，这让民间非常的失望。怎么改善？谢谢。用个案啊，个案就像我讲的啊，人家申请释宪之后啊，哎，不嘛不受理啊，不嘛解释不清啊。这个涉及审理程序的问题，那有一部分当然是现在法律的限制，有一部分是大法官可以不必修法，透过自己内部的决议来解决。我很扼要提两点我自己目前的想法给委员参考。第一个，刚委员提到的时间冗长、不透明的部分，我这一部分我个人的想法，我希望将来大法官如果我有新担任的话，能够增加公开开庭的机会。那增加公开庭其实有助于加速审判期限，因为我们现行法有规定，只要公开开庭2个月以后就要做出判决。
好，来，没关系，这是细节部分，本席只是先让你知道，过去在大法官的解释上面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本席在请教我们的教授，你现在是不是仍然主张所谓的两国论？如果以两国论作为基础，则未来的中华民国主权跟一个中国来脱钩，是否意味着未来将再次透过修宪修出一个维护台湾主权的新宪法？还是你就直接站在大法官的角度把它解释掉，就台湾国了？大法官的宪法解释，如我刚刚讲，要受到个案的拘束。至于说国民、国号这些的问题，其实到甚至于是疆域的问题，过去大法官328号解释很明确的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到过去大法官不处理，不处理。那未来大法官，那就要看未来15个人他们的想法。我想那是你个人的想法，你不会去解释这个东西。好 ，OK。那至少就是说，未来要变成台湾国，就是一定要透过那个修宪的一个程序。我只能说那是民主程序去解决。好，再来，我再请教一下，就 ACT 法里面的两岸协议到底算不算卖台？就你的学术涵养来说的话，然后呢，站在 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的角度，两岸协那个协议是不是彰显中华民国独立的一个事实？而过去独派他认为用协议他是丧权辱国，那我想请问教授，在两岸合作事务上，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字眼才是正确的，能够维护到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政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在国际法上，那个所谓的广义的条约的用语其实非常多，协议也有可能是一种条约，是一种条约吗？有可能是一种条约，我只是说要真的这个就是要看协议的内容，要看那除了协议，你有没有更好的名词？啊，其实我还是你就像我们之前的这些独派认为他是丧权辱国，你觉得呢？要看内容。要看内容，我真的是要看内容，我不会那么一概。有更好的名词说可以提供一下，这个、就一定怎么样？就你在这个法律界有没有什么名词你可以提供一下？我觉得名词太多了，我觉得没有哪一个一定是必然好的。我觉得协议就协议吧。好，协议啊、哦，来，那本席再来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在这一次我们民间的这个提了9问，所有的提名人也就只有教授你没有回答。那你不回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不屑，还是认为不必要，还是认为这些题目太粗浅？到底是什么原因？请回答。谢谢，那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说明，因为民间监督联盟里面很多都是朋友，我也觉得我是做了一件政治上不正确的决定。就跟刚刚我在回答吴志扬委员的那个关于在任的承诺，我相信那个也会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说法。那我的考量主要有2个，第一个是因为里面的很多的问题是涉及到目前系署中大法官的案件，那是我所理解。那系署中的案件其实是不应该讨论、不应该回应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会认为，因为今天我是接受大院、立法院的审查，这些民间的问题其实不是只有他们，还有其他的机关。还有其他的那个联盟什么的，那如果能够，所以主体性还是在立法院，不是在民间，能够汇整到立法院来，我觉得这样更好。这是对表示你对立法院的一个尊重，尊重好，不是先给他们面试就对了。好，来，这个我可以接受了哈。再来，我要请教一下哈，那教授你对于死刑的一个看法，这里是9问里面的1问了哈，第5问了哈，你对死刑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那你认为死刑的存在与否，到底有没有违宪之余？跟委员说明，就我的理解，目前是有一个关于死刑违宪的申请案在大法官手中。在2010年，他是不受理的。哦，他一直都有案子进来，这个就是因为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前大法官在发起了私下发起了台北律师公会在办的一些模拟的话，倒是用5-4 face 的。所以在法界上面来讲，这个是模拟的民间的。对。所以在法界来讲，真的是有两派的一个争议啊。没有错，那两派的争议在那在立法政策上是否要废除？我认为它基本上当然是。如果当时是你让你举手，你会举赞成还是反对？我只能说等到个案而定，因为依照个案挑战死刑违宪要看他挑战，比如什么条文。我可以 OK， 我可以稍微再正面一点，尝试回应委员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是没有涉及到杀人，只是比如财产性的犯罪、抢劫就处死刑，这个在我来看可能之间会失去均衡。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案件，跟比如说我们刑法271条杀人罪处死刑的这种案件，在我来看，可能就是也许可以区别情形来做判断。可是本席又查了教授过去的一个资料啊，在2010年啊，教授你跟许多法界的学者共同联署啊，要求我们法务部曾永福部长啊暂缓执行死刑啊，对不对？对。所以你本身也是一个支持废死的一个支持者吗？我支持废死跟暂缓执行，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因为我是觉得我们目前关于死刑执行的这些相关的规定跟程序过于草率，很少有国家会像我们一样。就是说在三审的过程中并不是很完整，是这样吗？不是三审，是已经确定以后。确定之后的执行是草率，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不是，我们规定是说甚至是3天之内就要执行，这个在很多国，这个几乎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死刑是一个重重。所以你还是能够认同是死刑的，但是只是执行的方式应该更有人性化。我没有认同可以执行死刑，我的是假设，因为已经是判的，对不对？这是法律确定的，后面的执行也要慎重。所以说，如果今天视线让你，你也是一个案，对，你那你 的总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吧？我想大法官不适合在这个地方去公开，因为你们的判决是牵涉到非常多的法官的后续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判，作为他判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哦。对不对？当我们今天很多的今天的大法官，我看一看，好多个都是废死啊。当你们都主张很明确的主张废死的一个状况之下，下面这些法官有几个敢判死刑的？我原不用担心。但是呢，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民意，我们的民意对于废死是非常的反弹的哦。他们一直有84%以上的人认为是应该有死刑的哦，因为太多的这些事件是像你讲的，是非常没有天良的，是丧心。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没有良心的做法。我原不用担心了，大法官的影响力没那么大了。你看，怎么会没有那么大？在反对，你们很多都是老师出身的啊。你们一讲的话，就号召的都是下面的这些法官，你的学生啊。刚刚委员说的，民调还是70%-80%支持啊。加油啦！你说我们有什么影响力？教授，很多学生都很喜欢你上课啊，我们很期待啊，你真的能够把。谢谢王委员，谢谢防备提名人。下一位，我们请王委员定于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院长，麻烦黄昭元大法官被提名人。请黄被提名人。委员好。哎，高长。高长。我看你的基本资料，你是台南人，是18岁来台北读册哈。是。在哈佛读这个博士的时阵，你主要研究的方向是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所以你所谓资料哈，因为头拄仔前几位有问到哈。我发现民间监督大法官遴选人名，甲你评鉴的内容，虽然你无交迄个高级大美报告书，但是伊对你的评鉴吼是适任，而且你的平均分数是第二悬的，敢那比许宗立院长被提名人较低一格尔吼。上吊是你的学士专业拍上官分9.3分吼，所以看起来民间监督大人名因相对公正，虽然你无交伊的这个题目吼。所以说，我要给你请教几个大法官的解说文。在4至520号，我们先从520开始讲。4至520号的发生背景是陈水扁总统担任在执政的时候，那个时阵行政院议会决议停止执行104厂继续的预算，这是行政权，就讲行政权对预算的编列、执行、开始还是停止。这是行政权，在国会立法权和监督权是对预算的审查立法，但那时候大法官会议有做出520号的解说文，它解说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国家重要政策的变更要回来立法院补停时要经过他们同意，
哦，啊，若无同意咧，爱去协调。这个解说文，除了有一个咱感觉歹执行的所在，就是行政权甲立法权难做伙啊。更加重要的，当时迄个市场原来编列的预算是1697亿，迄个时阵若做这个决定停落来，未讲后壁拖到马英九政府的时阵嘛是停，叫停的时阵呢，安尼预算呢一路追加到3000几亿，百姓血汗钱加开1000多亿，若算扣掉迄阵陈水扁政府若停止迄个市场，若真正停起来，就算损失800亿，来来去去扣掉，可能国库可以当省加1000亿的预算，所以可见。大法官的520号的解说文，对行政权甲立法权，除了有难做伙未清楚以外，嘛造成国家重大咱的财政的损失。所以请教来自台南的咱的黄昭元黄院长，这代志你有啥物看法？5200解说当然十几年前啦，迄阵啊，我是有参与一点点啊关于迄、那个。一个解说我有看到你写的文章，文章我事后有写文章去批评到这号解说，我认为讲预算的执行原则上应该是行政权，行政权无停止执行迄个预算，除非讲这个预算，当然头先我内底有闹强调，比方是法律已经明定你一定爱开的钱，法律明定的预算要停，迄另外一件事。假使甲迄无关系，其他在我来看，原则上拢应该是行政权的执行。的範圍裡面，所以不一定說要再回來到立法院這裡來，不管所謂的參與權啊，什麼回來，這真的是如剛剛委員所說的，讓行政跟立法這兩個權利，這兩個部門在這個地方參與。當時520號解說文解說下，那時候陳水扁政府選擇遵守，其實不遵守也不行，遵守大法官會議的解說，回來立法院尋求解脫，結果沒辦法解脫，從開始造成後面的浪費。所以我对这届大法官提名人，我稍大家拢来问吼，我是充满期待，期待啥？台湾这個国家无大2300万人，法制、精神爱清清楚楚，清楚的国家袂因为土地少、人口少就无困难。迄届大法官解说比较像政治性的解释，后壁是衍生的问题相当的多，所以我先问530号，大法官解说文第530号。这几天也很多人提到，他这是主要对司法院本身的机关地位做解说。根据宪法，司法院应该是最高的审判机关，结果我们现在是最高的行政机关，所以外面要放一个大法官会议、最高法院、工程会、最高行政法院，变成跟宪法的体制不符合。不符合是民国90年大法官会议已经做出决议，我去叫伊2年来爱修法，来配合现前的体制。15年过，拢无做。我昨昏咧质询另外一位被提名人的时阵，特别提出司法院院长赖浩民亲自主持的会议，第五届会议的结论，竟然写伫咧决议讲，啊，司法院走向审判机关化，不宜推动。这个内容，你对赖浩民司法院院长，啊，迄个参委嘛，阁有苏永清副院长，两位嘛大法官，因做出的结论，明白甲你讲，我都不爱遵守大法官的解说文。你简单评论这代志。OK， 因为我本身是立委的背景，我一直赞成咱这个法院的规个的组织爱干。简化啦，啊，让司法院变成是真真正正的最高的审判机关，而唔是讲干阿是一个司法行政机关。伫这个方向、这个目标，我个人是支持、是赞成。但是转来到法律的解说，我对530控的了解，甲委员可能有一点点无啥共款，因为530控最后一段，伊是出现伫个解说理由书，唔是伫个解说文后边，伊伫理由书、理由书内面写的。而且迄段其实。讲起来，甲当初迄件的申请案，伊申请的解说的事项，其实并无直接的关系。用美国法来讲，迄有点仔像讲法院的判决，有当仔伫即个理由规定讲，伊叫做行论。所以你的观点是，一个叫做爱看判决的主文，对后边理由书，遐卡会产生真真正正的法律的即、這个迄、那个效力。所以
以后针对大法官，你即要请做大法官，大法官解说文的时阵，咱就看主文就好。后壁补充说明的部分参考。这部分咱过去唔是遐尼清楚啦。啊，其实大法官内部以外了解，因家己伫即个所在，原来拢会。你这是一个对争论点哦。这部分并无清楚，讲实，我当然讲，因为咱的大法官解说吼，唔是像法院的迄个判决，有一个足明确的主文理由。不，这就是其实有诶重复问过，我就不爱搁重复啦吼。其实咱期待咱的大法官会议每礼拜像美国开会。伊是审判的形式，做出来解说文，爱亲像判决书，有输有赢，安尼较清楚。咱过去的解说文吼，一般判决文，人民都看无啥有安尼。大法官的解说文哦，迄汉字、逐字咱拢看有。到社会时阵哦，真像诶。这样子的大法官视线离开你，因为你的我讲你博士研究的方向有民主化、本土化，离开人民伤远的法律，其实是有问题的。法律是来自人民的生活嘛，哦，所以我头530岁解说要甲你到520到530，咱就发现遵守大法官会议，甲可能有小可无遵守大法官会议，15冬伊嘛是咧过。我最后阁提一个大法官解说文，632号、632号大法官解说文咧讲啥？你提名监察委员啊，立法院呢一定爱审查无？当时在2005年监察委员的任期到期，迄个时阵的民进党政府提名监察委员送来立法院，立法院迄阵国民党直占绝对多数，袂瘾甲伊审查。后来大法官632号解说文讲，审查同意权是宪政义务，立法院一定爱审查。啊，结论是啥？伊都袂瘾，伊都无爱审查。啊！我现在造成迄个时阵吼，监察委员的司机甲办事员过了非常的快乐，因为拢无人。啊，台湾体制嘛是继续咧胖。在632号，这个解说文还看着讲，大法官的解说文，伫个国家的体制来讲是上悬的，伊顶动宪法。结果伊会当选择卖遵守，你安怎评论评价632号？我想大法官解说甲其他国家宪法法院的判决其实拢共款啦，因为伊应该是上悬的效力，理论上啦，应该哎当拘束咱所有的机关，但是实际上敢真正会当贯彻伊效力。讲起来，大法官啊，像法院啊，无像立法院会当审查医生，嘛无像行政院手中有。军人有警察有武力，会当去执行伊个效力，伊个即个法律。讲法官吼，那安尼大法官解说，变作君主遵守小人的违反啊呢？确实有即个问题。啊，这就国家会出问题啊！因为你头讲安尼，我是小我惊吓，就是讲。我唔是讲安尼是正常嘅代志，我只是讲伫实际上即种状况。啊，即、這个实际嘅状况，大法官解说文出来。一般打苍蝇菜、贩夫走卒拢爱遵守啊，判决可能会无效啊，法律义务可能会改变。大法官解说文的位阶遐悬，结果恁解说出来了呢，拄到迄个贵族吼，还是拄到较有权有势，伊选择遵守甲选择唔遵守吼，特别可恶的是机关本身选择遵守甲唔遵守的时阵，大法官。做出的裁决，竟然无任何会当处理的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将来你若做出解说文，啊，人不爱插面怎么办？讲实话，真正无法度，真正是该咱期待。你讲解说文若不遵守，就无法度。这真正是大法官以目前咱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大法官手中并无任何会当去 enforce。伊的迄、那个伊的解说，伊的决定的。恁的解说若牵涉到税法。为人地当免缴，还是要加缴。恁的迄个宪法判决，如果牵涉到某一条刑法，有可能有的人就提早出来，有的人会关较久。伊无迄个选择遵守甲无遵守的权利，会当执行。我即摆发现的困境是伫底，伫个机关甲机关之间，就是政府部门，不管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我选择不爱遵守大法官的会议的时阵，无代志呢。人心较贵，这到底是宪政问题，是政治问题？拢是，拢是要变哪办？我来讲，拢是。
研究二三十档啊，这个怎么办？我看这无解。无解。某种程度，尤其是牵涉到，你好问到一条无解答嘛。牵涉到机关，真正是相当大的程度，是真正是爱看这个。你看，我头提这三条哈，这范例就是讲，宪法解释文520号，陈水扁政府选择接受，乖乖你来立法院，啊，立法院嘛照常甲这物件讲不行，只好继续辩论。虽然这个物件是有这个行政权甲立法权混淆的问题，但是大法官会议做出解释，民进党政府遵守立法，付出的代价是支持者咧骂，主张反核的林义雄前主席无谅解，了后国家财库损失1000多亿，这是接受尊重宪政体制的大法官决议。结果530号做出解释，一直拖一直拖。内面伫2008年，司法院曾经有提出修法，结果呢，立法院迄阵无过，无审查，伊无遵守，人事嘛咧过，甚至呢，赖浩明呢本来是任期的残年，伊当变做一个横跨，互咱即个大法官本来重叠性迄无去，吼、哦、任期中期的重叠性无去，无遵守，过了是快乐。632号做出决议，另外632跟520最后的对角，520做出决议。民进党政府的行政部门遵守，结果后壁稀烂嘞。632号的解释文，监察委员的提名应该爱审查，这是你的宪政义务。迄阵的国会立法院讲，我就不爱插嘴，照常不审查，任期嘛照到做到煞。遵守大法官会议的机关团体组织变念头啊，无遵守的人心较过。这个是问题啊，教授，这问题你怎啊无解？对大法官，江苏我是大法官，我是感觉真正是无解啊。我该当讲呼吁咱机关，有立法院、行政院拢好，真正是会当尽量大法官的解释，尽量会当去实现。二院长，如果大法官的解释文是用呼吁大家吼，拜托个尽量配合一下，我们的宪政体制问题很大嘞。有的案件。确实如此，因为就是确定。因为恁做出来解释，我讲的对人民的权利义务，因为有其他的法律给拔掉的，所以你解释了，伊无遵守嘛袂使。结果伫机关甲机关之间的问题，特别咱台湾这個问题时常发生。恁做出来解释文，结果只能用公开呼吁，请大家尽量遵守宪法的解释。啊，无就请立法院编预算，吼，大法官有一组检查，到时立法院要开会，阮的啊，各位委员，甲迄落无遵守规矩的机关抓起，迄嘛无得解决。我感觉这个问题要研究一下，无吼，变作遵守大法官解释在人吼，这个国家的宪政运作会扭曲掉了。所以，因为下面咱主台人吼，我是伫最后这10秒祝福你，我嘛期待你成真做台南人会感觉骄傲的法律人。会当甲台湾的司法开创一个百姓会当信任、透明、一个独立的司法。谢谢王委员，谢谢黄被提名人。下一位，我们请周委员村民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主席。那麻烦主席请黄贝提名人。请黄贝提名人。委员好。黄教授好哈。拄啊，你伫口头补充报告哈，尾啊迄段你用台语来感谢你的爸爸、你的妈妈、甲你的太太、甲你的家人朋友。毛讲着讲，你为读册、读台大法律系，佮教册，佮即马接受着总统的提名，做即个被大法官的被提名人，来徛伫即个所在，徛伫即个国会殿堂。我有听着，感觉着讲，你对你即马即个位置，你家己的骄傲、肯定，然后嘛对家己未来的即个大法官的角色扮演的有很深的一个责任。这段的结语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也是身为法律人，
一个法律人会使今仔日来做这个 大法官，一个宪法的守护者，我相信是一个足骄傲，嘛是值得期待的代志。那刚刚我接下来是用国语好了，因为时间的问题哈。那黄教授，你在自传里面提到了哈，就是说大法官解释的机制哦。除了解决宪法纷争制度机能外，更类似于一个长期举行的宪法论坛。那早上黄教授在这边接受答询，从几个议题的发表意见来看，我们也听到你很多的宪法的一些意见。那你还自己提到说，对于促进社会的宪法共识与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功能。如果你可以来担任这个大法官，除将继续秉持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以求保障人权、维护主权外，并会延续对于平等保障的学术关怀，重视社会正义的议题，以深化相关的宪法解释。所以除了大法官的解释，除了是解决宪法的纷争之外，你也认为它是一个可以来讨论，在社会里面充分来讨论宪法相关、权力相关议题的一个论坛。这个是你在自传里面提到的。另外你也写到说，近来我国已经制定多项国际人权公约的施行法，正式引进国际人权规范。但是呢，这些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人权，究竟要如何跟我国的宪法人权接轨，还是有不少的问题要厘清。那我们知道说，黄教授你刚刚也提到你自己在宪法这边是主修，第二个是在行政还有国际公法、国际的各项的议题上面，所以刚刚你提到说关注的社会正义议题，那我今天准备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转型正义，一个是居住正义。好，转型正义跟居住正义，那我想先来请教转型正义的问题。那刚好黄教授是在在这个赴美攻读哈佛法学硕士跟博士的时候，刚好是台湾解严之后解严，然后相关的法律从相关的制度是从威权体制迈向民主化的时候，所以我想请教黄教授，你对于转型正义的定义或者你的看法。转型正义的范围，如果从过去这些各国的实践上来讲，我想它大概可以有两种可能或两大块。一块就是在处理民主转型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从威权变成民主化过程，对于过去在威权统治底下形式上可能很多看起来当时是合法，但是从今天来看是所谓的违反实质正义的，那这些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些国家的转型正义是用来处理很多的所谓的战争留下来的问题，因为战争或者战败国，或者说可能大规模的内战，这中间可能也会产生那种所谓的大规模的这个人权受到侵害的情形。所以这是我所理解的大概两个可能主要 的情形。好，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有些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在当时的法律它是合法的，但是我们从纵观相关来看，它在现在来看是不合法，或者是不符合大家的期待。那所以说转型正义的法律如果推动下去，它如果会不会抵触到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法律原理原则，比如说法律的安定性，比如说法律这个不溯及既往，违反溯及既往的一个原则，黄教授这部分怎么说明？会，一定会。那这个部分，而且通常就是刚刚委员提到的法律不溯及既往，然后这所谓安定性背后，比如一些所谓的既得利益的保障，这些问题，这个是一定会。所以各国在处理转型正义的问题，大概一般来讲，通常它还是需要透过一个特别的立法来解决这些争议。那当然，特别立法是不是一定妥当、一定 OK， 可能真的还是要看它的实际上怎么定，比如的具体的内容，我们才有办法判断。但是一定会跟这些冲突。会跟所谓我们提
有一些我们熟知的、知道的法律原则冲突。那这个部分除了透过立法之外，我们怎么样透过你刚你自己期许的一个宪法论坛来加强它宪法上面的一个正当性、合宪性？因为大法官，如果我身为大法官的话，那我能想象的释宪机制在这里所能扮演的角色，就是假使有适当的有所谓的申请案进来的话，那大法官就是要在这里头去表达他的意见。那我认为转型正义从尤其是从二次大战以后来看，大概他也已经逐渐是一个已经确立的很另外一个重要的所谓的正义的基本的原则之一。那 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大法官在从事这个宪法解释碰到相关问题的时候，应该要可以把转型正义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原则纳入考量，来作为一起来作为这个他解释的这个依据。因为我看我接下来要请教的这个具体问题，我自己也是有所迟疑了哈。因为就如同黄教授在针对一些提问的时候，你有一些坚持，你认为说这些有疑义的地方，将来可能会到大法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包括同性婚的问题，包括这个不当党产的问题，你都认为说这些将来都有可能到宪法法庭，所以你个人在这个部分你都是持保留的。那我还是想尝试再来问，就是说我们立法院啊，我们立法院现在是在就是制定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那当然还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国安法的一些修正。那这些将来如果，当然这是需透过一个国会最高的立法人民机关来表达他的意志，如果将来这些法律通过，在宪法上面的合宪性有问题吗？真的是要请委员抱歉。第一个就是如同刚委员所讲的，我觉得大法官有那个制度上的限制。二来，我真的还是回到刚刚也有回答前面几位委员，真的是要看个案，要看那个法律的实际的内容，我们才有办法做判断。我们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很抽象讲说一定合宪、一定违宪或一定怎么样。好，那这个部分我们讨论到这里。那接下来我想先还是再来跟黄教授讨论，现在大概这几个月来，这几年来啦，台湾社会面临到一个居住，所谓一个居住正义的一个讨论。那我不晓得黄教授对居住正义或居住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明，或者是你先表达你的意见。在宪法上，我们宪法目前已经有明文保障人民有居住的自由。那当然，居住的自由一般的理解，它是比较倾向于防御权面向的居住自由。那倾向于什么？防御权。防御权。它只是在防止国家或者也许是第三人的这个侵害。那所以这里刚刚委员您所指教的居住权或是居住正义，在这里会面临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的居住现行法底下的居住自由是不是有可能扩充它的内涵，让它也可以包括，就是有点像我们讲那种所谓受益权、给付请求权的这个面向的这个权利。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好，因为就算不放进居住自由，我们宪法二十二条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所以其实就算不是用居住自由放在二十二条底下直接去承认，这个我觉得这个理论上方法上是可能，但是重点是内容跟效果要承认到什么程度，谁对谁，范围跟内容要承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困难会在这里。所以你认为说透过宪法二十二条就不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权利纳挂进去，而不需要透过去跟国际两公约的一个结合？两公约相关的这些国际人权公约可以作为，比如说我们在刚我讲二十二条是不是要承认这样的一种新类型的权利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可以实质衔接、实质连接。那我再具体请教哈，就是说因为现在行政法院有一些意见嘛哈，包括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个庭长法官联席会议决议，还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一些相关的判决，似乎是应该是认为说这个金社文的公约并没有
明确来规定居住权，它只是一个宣示性的规定。那就如同黄教授刚刚讲，它只是一个防御权，而不是一个请求权，它不能被列为一个在诉讼中一个请求的权利、请求的基础，是这样解释吗？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对金色文公约里头的不同条款的理解。那我自己的很粗浅，而且我想应该是很粗糙的看法是这样：金色文公约它当初在制定公约的那个时候，它对自己的定位，因为它 有经过一些争议，它对自己的定位基本上在当时并没有把它里面所规定的那种各项的权利都定位成是一种立即可实现的所谓的法律上的权利。它有点接近一种 program， 未来可以追求的 program， 就算是一个 right， 也是一个 programmer right。所以这个确实引起后来的很多的这个争议。所以等于说，当然后来的实务界很多的这些决文会的意见是逐渐朝向把很多的这个里头一个一个尽可能让它可以所谓的权力化，甚至让强调每个权力其实都有它的核心部分，这个核心部分至少是不能够侵犯，甚至要立即受保障的。好，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考量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看金色里头关于居住的这些的规定是不是已经达到那个程度。那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一定是零，因为它毕竟从一开始包含到今天，它其实已经有一些 progress， 已经有些进展了。那但是这个进展是不是已经到达赋予人民所谓的一个可以直接成为法律上请求的基础，其实我自己对这一部分是有保留。好，那其实我很期待，但是可能黄教授还是会有所制约，就是说你将来自己要担任这个大法官的角色，因为现在这个居住正义，不管是从所谓的一个反破迁团体，或者是政府的立场，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安定度，我觉得都需要大家更多的一些讨论，更冷静、更理性的讨论，因为牵扯到所谓的这个土地的所有权。还有相关的一些所谓的人权居住的保障，那我们当然很期待说黄教授能够在这部分能够多多发表的意见。可是刚刚你自己在自传在补充报告里面也解释说，因为你后来这十年都是专注在学术上面的一个研究，所以你对于社会运动的参与你有所比较没有那么积极。但是我想，既然今天你在这个地方除了是一个宪法的守护者之外，我们也希望说你对台湾相关的一些法治能够做更多的贡献。那对于台湾相关现在所存的争议，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贡献你的所学来做一些给我们一个比较一个明确方向法律上面的一个讨论。这是我对你的期许。那现在的时间大概剩75秒钟，我想简单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很明确，我不知道说我看不到说你是不是同意说这个宪法诉愿这样制度。我赞成。你赞成？那将来判例跟决议是不是可以纳到这个宪法大法官会议解释里面审判的范围？这个其实在过去就曾经已经纳入过，因为大法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相当于所谓的命令的位阶。但是因为这个涉及到说判例跟决议，如果这样正面去承认它的意义，其实会不会反而是强化了它的、那個、对，这个其实我知道过去大法官在讨论问题，他们是个两难，应该说很希望把它纳进来，但是又怕因此强化了它的在法院体审判体系里面的那个地位，那以至于反而会更拘束，比如说下级审的法院 的法官，这是一个确实是个两难。确实，那如果将来这样，如果你接受承认，也愿意推动宪法诉愿这样的制度，那将来大法官受理的案件就会很多。那这部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就要请大院能够支持增加大法官的助理跟相关的配备，让我们有这个 capacity， 有那个能力，真的能够去面对这个挑战。好，谢谢，我们祝福你，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周委员。谢谢黄贝提名人。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曼丽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非常谢谢主席，我们请那个黄大法官。黄贝提名人。委员好。
您好，我还是称您为黄教授好了，感觉上比较顺口一点哈。那个我想就是我看到你的那个学经历哦，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在这个所有的被提名人里面，你算是比较年轻的了哈。所以呢，我是想先问一下，就是说你进入到大法官的这个职位以后，你可能想做的三件事情是什么？视线，视线，再视线。因为我这样当然不是开玩笑，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这个，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像比如政治人物一样可以去主动积极的去所谓的实现我们的抱负，这个是我们制度上的限制。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你还是有一个被绑住的、被框住的一个角色哈。如果我能好，我能再多讲一点，就是当然那个比较是针对个案的实质的解释。那有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主动做，就是刚刚有好几位委员已经指教，就是关于我们大法官的程序本身的改进，比如怎么样增加它的透明度，怎么样增加，比如说增加开庭。好，增加参与，加快这个速度，审判的速度。好，我想在这一部分，我想是可以做，也应该要做。那我会把它列为就是刚刚委员所指教的前面的三件事情里面的一件。其实这个开放透明，然后让更多的民众能够了解，我想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那刚刚您提到就是说有关于这个速度的这个部分哈，因为也有人提到，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大法官的绩效一年大概平均大概十几件了哈。那如果相对于美国的话，他们就是只有九位的大法官，但是他们每年大概有70到80件的这样子的一个绩效。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在台湾是不是有一些的可以改善的空间，在您的观察里面。以我的了解，当然因为我还没有进去很多真正的细节或真正困难的地方，也许我想我现在还不知道。好，那只能说以我过去的研究以及我自己有限的接触里面，我觉得如果要改善这些问题，我分以下扼要几点。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决定受理跟不受理的这个程序这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有改善的空间。那当然这里有时候会涉及到法规或是命令的修改，因为像在美国九位大法官，可是他们决定受理一个案件不是过半数的5票，而是4票，也就是他们其实把受理的门槛降低。那将来实际上通过是5票，但是受理门槛是变成4，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多少等于说让多一点案子可以进来。好，我想这是一个，当然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我们现行法的一个修改，那是不是能够那样做或适合那样做，可能我想这个是一个 要考量。再来第二个也跟刚刚那个有关，全世界大概大部分的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在做成判决，其实都是简单多数决。大法官现在是2/3，以前更高，3/4。那2/3这个特别的多数决，在实践上确实是有很多问题，因为常常会发生，比如说10位大法官，2/3就是一定要10票。所以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9个人赞成，6个人反对，但是解释过不了。解释过不了，不是说是两边都过不了，合宪违宪都，所以就卡在那边，那就只好再磨到有办法拿到10票。那我拿不到，就只好磨。所以我刚刚讲的，很多人抱怨的速度慢，甚至于最后写出来的文字跨博，为什么跨博？因为要磨的过程中，有时候难免需要妥协，才能争取到那个关键的一票两票。那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现行制度跟实践底下应该是有明显的调整空间。那第三个就是刚刚已经提过了，增加开庭，我支持也很希望将来大法官能够增加开庭，让人民或是让这些当事方，甚至于让社会上的这些相关的团体，他们可以用法庭之友、法院之友，不管是提书面意见，甚至于是当庭审理。开庭其实不见得要把它想成说一次开就是一整天，其实在美国每个案子开原则上1小时，因为争点都清楚了，重点是要让有时候当面沟通，了解一下一些想法。那我觉得有限时间到增加开庭应该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好，我想这个都非常重要，尤其您自己本身是留学美国哈佛嘛，然后拿到了法学的硕士跟博士的学位，所以我相信您对那个美国的法律制度都很了解。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有没有可能把美国的陪审团的制度把它引进到台湾来，这样的可行性那您的见解是什么？我想听听看您的想法。
跟委员说明的是，基本上啊，我认为这是一个立法政策选择的问题。那对大法官来讲，我当然有我自己的想法，但是我想今天这个场合以及我未来的制度的限制，其实我真的是不适合对这个问题在这里表示实质性的意见，请委员谅解。是因为我们就是想到是说，其实台湾因为也受到美国的这种互动的关联的影响哈，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想说，如果可行的话，其实像我们台湾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的制度，然后就是说不会让那个法官他在审理的时候，可能他会有他个人的盲点，甚至就是说有些民众的想法和法官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话呢，有些时候人家就会说，哎，好像那个是恐龙法官了，因为他完全不了解那个人民的一个想法和期待。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也希望就是说未来如果是说有可能有这一方面的研究的话，或者说怎么样来做接轨哈，也许我们不是全盘，但是可能有部分的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实行的话，我也希望在您的这个努力之下，也可以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引进到台湾来。是，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的话，我会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好，对啊，我想说难得有一位大法官是从英美法系的这个系统出来的哈，所以我想说对于自己接触的东西，然后也会看到了一些的优缺点，那当然也希望能够把它引进到台湾来，因为现在台湾跟美国的互动也蛮多的嘛哈，所以大家其实也看到这个的陪审制的一些的优点，所以我也很希望对这个部分有一个好的一个引导哈。那另外我想看，我就看到您的那个资料哈，就是说你这几年你特别对于一些的平等权的这个原则啦，或者说理论啦，或者案件啦哈，你都有提出您的一些的看法哈。那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大家也会特别谈到的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哈，不管是说你是男性、女性，还是就是跨性别的哈，都可以受到一个人权上面的一个尊重。那但是呢，就刚好在前几天就有一个台大的一位的毕教授哈，他就发生了一些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毕教授的故事，我们也有很多的感触，就是说长期的就是说两位同性，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说在这个长期做伴侣的这样的情况下，可是因为完全在我们台湾的法律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等于是说一直深受其苦，而且这个深受其苦不是说只有一年两年哦，而是三十几年这样子的一个长的时间。所以我相信这种情形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它应该不是个案啦哈，甚至有一些的我的朋友大概也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对这样的事情就是认为说，我们在做人权的保障，可不可以对这些的人可以给他们一条就是说需求的一条道路，然后让他们在台湾也能够生活得非常的愉快，非常的幸福。我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您的看法是什么。谢谢委员。因为据我的了解，同性婚姻目前是有一件还是两件申请案在大法官系数中，所以挑战比如现在民法的这个限制是不是违宪，所以就涉及到了这一部分，我真的还是不便表示意见。那如果说我只能在不涉及这个个案这个未来这个审理的这个前提底下，我的基本的想法是，我想这个问题在台湾当然两条路，一条就是像释宪走释宪去解决，一条路其实就是大院的立法，透过修改法律就是不管是直接修改民法承认同性婚姻，或者是像有些国家所谓的制定同性伴侣法让两边的这个待遇尽可能一致，除了名称以外。当然同性伴侣法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甚至于说是不是没有问题，我只能说美国的法院或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概最近的立场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也可以说比较极端了。所谓的极端就是说反正就是都要一样，你叫他伴侣就是不是婚姻，似乎还是把婚姻保留给异性恋者
所以当然我知道不同国家在处理这问题有各自的一些考量，各自的背景。那只能说以我自己留学美国，然后我自己在所了解的这个，在因为我自己其实我觉得也很惊讶，因为从我刚刚去读书，说实在我最早接触到关于同性恋这个婚姻这些问题，真的是我到哈佛以后才知道说，哦，还有这么多课程，然后这么多的资料，这么多的书，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也算是关心，开始注意，在追踪这个问题。好，那我自己的朋友，我自己其实也都有，所以我其实我只能说，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我很同情很多人他们的遭遇。我自己是有婚姻的人，我只能说，我也知道，如果相爱的人不能够正常所谓的正式的在一起，那个痛苦其实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人很根本的一个人的亲密关系，一个人很根本的价值跟信仰，那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对，因为有些人他真的不是后天的哈，就是先天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说人生而平等的话，其实是真的是要尊重他的一个平等权哈。那最后我想请问的，就是说你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在大学的一个论文哈，写的是论对行政机关代为的行政处分的行政诉讼哈。那我对于那个代为这两个字，我的解释就是有点有白话来讲，我想可能就是怠惰了哈。那我不知道，就是说你二十几岁你做的这个行政机关的怠惰的这个部分，到现在就是说您有机会在做这个很多的法律啊，怎么教学啊这一方面的研究，或者是说跟这个学生做这样子的一个论述。我不知道您认为我们的那个行政机关的怠惰的这个情形，现在和二十几年比较起来，你的察觉是什么？我在台大硕论文写的是行政诉讼了，那但之后其实就已经没有再继续研究行政法了，所以可能我想对行政法以及所谓的它实践上的很多的问题的后来的这个了解跟观察应该都是不足的。那我那个论文写的那个所谓的怠惰，要跟委员要特别说明，并不是泛指行政机关的各式各样的所有的那种怠惰，因为那是代为行政处分，就行政机关他应该要比如给一个处分，不管这处分比如说是该发一个许可，该发一个执照，该做一个决定而不做这种正式的这个处分，那不做，那到底在诉讼上法院上有什么样的机制？因为在当时候我们的行政诉讼法基本上还是比较简单，诉讼类型只有撤销诉讼。那当然后来就是大概十几年前行政诉讼法修改，那现在其实已经增加了，就是我的论文中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类型，等于说所以以今天来看，我那论文今天来讲，等于说其实已经只剩下法律史参考的价值而已了。好，那至于刚刚委员所提到的，就是说行政机关的那个怠惰进行比较，说实在的，因为我自己已经没有再继续在研究这一块了，所以我想我真的是也没有能力表示什么意见。是啊，因为我们就是会看到很多的民众因为对于行政单位的不够了解，甚至很多的法规他也不是说那么样的清楚，所以有些时候会对于这个行政机关可能他会有一些的误解。那当然行政机关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于人民的沟通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就让那个人民他等于是说很多人民是对于这个行政机关是感觉到委屈的啦，就觉得自己受了很多的委屈。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未来如果是说你有机会在大法官里面碰到了类似这样子的一些的状况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够以人民的这个权益作为一个最高的一个保障，然后让人民的委屈能够尽量的减少哈，让我们在台湾大家会觉得是说台湾还是蛮幸福的，而且也蛮理性的，而且在法治的这个部分呢也保障得非常好。谢谢委员的指教，我会努力。好，今天非常谢谢你，谢谢。谢谢。好，谢谢。好，我们陈委员，谢谢黄被提名人。报告全院委员会，休息十分钟，休息之后继续进行询问，现在休息。
报告全院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委员询问，请黄委员委责询问，询答时间为十五分钟。主席、各位同仁、黄被提名人以及各位长官，是不是请黄昭元被提名人？请黄被提名人。委员好。黄教授你好，其实刚刚听到您的报告，就是说刚开始的报告就细数了你的念书以及教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跟你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是蛮感佩的。但我想要提到，事实上我们也看过过去，其实您对一些社会运动的议题以及一些进步，欧美的一些进步的一些人权的主张，事实上您都有一些论述。有几个标准，我 先提到一个，尤其是 我想问的几个。第一个是公民权，第二个是基本人权的保障，第三个是这个您个人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作为。首先想 问过，您担任过这个中选会委员，也担任过台北市就业歧视评议委员会委员，也担任过诉愿会委员。在您过去担任的这些不管是地方政府也好，或者是中央政府的一个 委员里面，你觉得其实我国对于人权的保障是在，就是说感觉我们都觉得是在进步嘛，好，但是尤其可是这个进步很多发现，就是说从过往的主要是在政治人权上，好，那在社会人权以及一些人身基本自由安全的这个保障，您觉得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举个例子来说，第一，你可以看到过去大家不管是社会运动的冲突，或者是说一些对于争议性议题，大家可以看到过去公署告民人民的机会都有，妨碍公务啦、侵入公署啦、侮辱公署啦这类的。可是人民告这个公署或者执法人员，其实成立的机会很高。最近才有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就在行政院，过去大家一直在讲三一八学运呢，是三月二十二号，这个在行政院里面，或者他的前庭的一个冲突，警察人民如果跟警察有推挤，很多人被起诉了，被怎样，后来当然林权院长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告诉乃论的部分的一些撤回，但是对于人民被警察尤其被施以暴力的时候，尤其手无寸铁 的一些和平 抗争的这个民众，他被警察施以暴力了，他告，就居然说因为不知名的警察，所以找不到警察，所以后来是不起诉的。这类政府执法人，其实我觉得其实维护法纪是有必要的，那政府维护官署有他的职责，执法人员，但是要一切要必须在合法的程序以及合法的必要的这个强制，这个作为。那如果对于没有这个没有凶器也没有这个武器的和平的这个民众，你施加于超过这个法定的这个强制力，甚至于你就动家施以棍棒，动家甚至更这些，其实他们要被追究的。可是问题现实上都追究不了，为什么？你说你不知名啊，他都没有备章啊，甚至于他都没有号码啊，那这一类的情形有没有侵害人权的这个顾虑？跟委员说明，谢谢委员的问题，确实是有。有没有侵害宪法保障人权的这个标准？当然会有，可能人身自由，甚至是财务、财产权种种。嗯，那但是我想在接下来也再跟委员说明，也邀请委员谅解，就是有一些案件，以我的理解，可能是目前还在，也算是还在诉讼中，可能一审判看可能没有啦，不起诉处分就没啦。对，就说有一些是，那是没有。我跟你讲，我不针对个案嘛，我就针对譬如说，你去警察对于这个手无寸铁的民众，然后这个打一打，然后警察譬如说警察执勤，他都没有这个让人家可以公辨识的。
哦，你如果说讲姓名，你可以讲说侵害个资，甚至于担心执法人员被报复。你如果讲这个编号，某种程度是可以的哦。哦，譬如说你结束完这个诉讼，编号再换一个嘛，哈、哦，那也是可以考量的。哦，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技术问题是一个 come down 了哈，技术问题是一个层次，但是这个基本上人民跟执法人员他们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个就是说一定程度的这个规范，也就是说执法人员，譬如说警戒使用，过去使用警戒，它有一个警戒使用的条例嘛，啊，但是不是有没有逾越了这个红线，这个部分是可以思考的。那但是如果说一些政报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或以及使用这些器械的人，他如果逾越了这个法律的这个界限，哦，逾越了合理的范围，然后他必须受到这个法律的追诉，那你人民就无从追诉起啊。这部分算是一个人权的保障的议题吧？当然是。对啊，那这一部分我就问了这个啊。另外一个问题，林克颖。英国法院说，因为台湾的监狱不符合欧盟人权规定，所以拒绝引渡林克颖来台湾。林克颖触犯了我国相当多的法律，开车酒驾撞死人，然后呢又使用别人的护照出境，然后居然他用说我们的监狱不符合人权。那你说在我国民间一般民众的标准，说监狱这关你这要跟你这个好好受到法律的这个制裁，哦，你不能吃太好，你不能住太好，你不能睡太好，哦啊，但是另外一个讲说是教化，啊，有人觉得说现行我们的监狱已经吃很好了，要不然之前昨天的新闻、前天的新闻，还有人说啊，因为我肚子饿，我没饭吃，我宁愿去吃免钱的牢饭，现被剥夺自由，我也在所不惜。那你说，到底我国的监狱？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站在大法官宪法保障人权，哦，一方面保障被害者的人权，一方面保障这个犯罪，哦，受刑人他的人权，也要一方面要施以教化，一方面要剥夺他的自由，我们叫自由刑嘛。那可是在监狱里面要有怎么样的这个空间，才不会影响违反到人权？这部分是个两难嘛。就是说，你如果让他吃好住好住太好睡太好，哦啊，那不得了，我也要去，不是我啊，就是很多人是想说，那他也要去这个犯个小案，宁愿去吃免钱的牢饭，因为监狱不错，像欧洲在北欧啊，看那个监狱都像书房，在学生宿舍一样，还有运动或者是单人房，好双人房，里面还有什么影音娱乐设施，还不错。可是问题是，这个在台湾如果实施了，民众说，哇，这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们社会还没有到那里。好，那你站在大法官立场，其实这跟大法官不能说没有关系哦。过去大法官也曾经针对这个明眼人，哦，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只有视障人才可以做从事按摩？哦，认为说只规定宪法只规定，不是法律只规定这个视障人才能从事按摩是违宪的。所以大法官的视线很多是关系到民生，关系到基层老百姓的生活。你对这个看法怎么样？监狱里面的人犯，即使是在监狱中，我认为从人权保障的观点，他还是应该有一个所谓的最低限度、最起码的这个标准。当然，能够所谓的多好，或者说如刚刚委员所说的，是不是要做到像比如说北欧很多国家，我觉得那一块就真的是看资源，是有要由立法跟行政部门去决定。但是我觉得台湾或者林克，如果回到我一开始提到林克颖那个案件的话，我觉得那个可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监狱的很多的实际的情况，可能是会被认为是低于那个所谓的应该要有的最低标准。我自己在当兵的时候，其实是我是在当时候的军事监狱里面，我在里面待了大概一年快十个月，所以我大概也有一些亲身的这个所谓的接触。那以我现在再回来反省，我觉得我们的监狱的情况应该确实是有改善的空间。有改善的空间，但从过去看到现在，有没有在改善的足迹呢？涉及立法院，哇，这个有时候就说，当然很大一块已经不是视线者有办法去推动或者应该去介入的。我只能说这里确实。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昨天也是昨天的新闻，光是地方新闻说啊，台北市那个送餐的老人送餐，他所吃的居然比监狱还差。他把监狱的菜单拿出来，他早餐老人只有吃豆浆馒头。好，啊，这个监狱受也犯了罪，在受刑的他是豆浆馒头，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几样炒蛋，还有什么，还有肉类，哇，那个这样就变成，我们觉得其实当然凡事没有绝对，只有相对，但是以这个来比，就是相对啊。以欧洲或是欧盟它的这个监狱人权跟台湾的监狱的这个设施来讲，就是相对，不是绝对啊。以这个台湾，譬如说台湾的现在的监狱的受刑人，他的吃的、他的住的，跟20年前、30年前的监狱的受刑人，他吃的、住的，也是相对，没有绝对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改这个社会进步或是这个人权改善的足迹，好，可是这个毕竟还是被这个被人家相对的比下去了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当然在大法官上我们不期待，好，以社会台湾社会现在的民情，不期待你用一个所谓的比照像英国的标准说啊，台湾的这个监狱待遇不符合宪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所以应该怎样怎样来做一个所谓的限期行政部门啊什么的改善。我相信台湾社会并不期待这样做了。但是由这个议题，我就要引申到，你觉得社会上有哪些议题，我们关心的议题是将来可能成为这个说一方面社会往前迈进，刚包括同性婚的议题，包括很多议题，其实都是将来可能会被提示线的。那您觉得还有哪些议题？举其一二来听听吧。有一个就是延续刚刚委员指教时候所提到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公权力对于人身自由、人民的这一部分的妨害，其实还是常常听，还是常常看到。那这一部分，当然可能因为受限于事先案申请的问题，过去大法官可能比如像535关于林健，其实不多，真的是不是那么多。那我觉得这一块，如果将来还有相关的案件的话，那我想应该是可以继续努力来贯彻关于人身自由保障，就是公权力对人权的这个侵害，好，包括诉讼过程，包括执行的执法过程，包括一些政府行政机关对待人民的一个方式的处理，有行政程序的流程，这些东西都可能会被将来提出一个事件，或符合宪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所以说这部分我相信站在社会权进步的立场，也希望说当然我刚才再次提一下，大法官会议是这个被动受理，好，视线，但是可能您可能在这方面，尤其您过去一路走过来的足迹，我们也希望说您在这方面能够多所涉猎，多为人权保障多所涉猎，为人权保障来多尽一份心力。好，谢谢黄教授。谢谢谢谢黄委员，谢谢黄被提名人。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怡杰询问，询答时间为30分钟。主席有请黄大法官被提名人。请被黄被提名人。委员好。黄教授好，现在对于许中立院长提名人再任跟连任的这个争议，已经有基隆的23位法官发表声明质疑违宪。那我们也相信未来有更多的法官其实会加入这样子的行列。那这样备受质疑的司法院长，就算在立法院过关了，那未来能有司法的公信力吗？能服司法的众望吗？刚刚我在回答吴志扬委员的时候，我想我已经表明我个人对于宪法这个所谓的连任的理解，我认为再任没有违宪的问题。那至于再任是否妥当，他在宪法上是透过总统提名以及大院的审查这两个程序来予以控制。那当然任何的人选，包括我自己在内，即使经过立法院审查通过，在社会上也可能也会有争议。那我觉得我法律上来看，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样。那至于说，当然刚刚委员所指教的就是说，因为
许宗力老师他是担任司法院长，他不像我们，他是有行政职，将来要推动这个司法改革，是一定会涉及到，比如说各个层级这些法官，他们怎么样？那在这个地方，我想委员所顾虑的，就是说，那这个将来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比如说这些相关的司法改革的推动？那从现实的观点来讲，我承认委员所说的这个顾虑是存在的。那这个顾虑的存在，那我只能。当然因为我不是这个许教授，我只能说只能期待许教授将来可能就要花更大的力气，可能就要想办法去化解这里头可能的疑虑。所以您认为如果是今天担任的是司法院长的这个部分，其实对于未来司法公信力其实是有影响的嘛，也是有顾虑的。我没有说对司法公信力有影响，而是说因为嘴巴长在人的脸上的，要怎么讲，这是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Okay. 即使大法官解释认为合宪，我相信还是会继续有争议。哦，还是一样。那黄教授，因为你刚刚说，如果争议中是你的话，你跟许宗力教授的选择也是会一样，所以就听到你刚刚的阐述。那你认为现在不同意见的法官或者是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在找麻烦，好像不值得参考，是这样吗？因为你刚刚又说，我是说，因为。我的区别是，我不认为，我认为那里没有所谓的宪法争议，但是它就会属于一个所谓的广义的所谓的政治性的争议。那政治争议，我觉得是很正常。民主国家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有多元，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合理存在的现象。那我觉得只能说，我只能祝福许宗力教授，他将来他只能说他要面对这个困难。OK， 因为你说外界质疑这样大法官可能未来会投其所好，其实是多虑的。你早上也是这么说哦。那因为要是要像算命师一样，才会知道说未来总统是谁啊，最大党是哪一党。但是我们听起来，其实您的答复跟逻辑哦，这跟玩文字游戏是一样的，好像是说，哎，五百跟那五波比哦，不姑且不论以后未来谁当政哦，但是身为大法官本来就不应该当那个为政者的大法官，也不能成为执政者的司法局，你认不认同？这当然，法官要维持审判独立，尤其里头很重要一部分是政治上的中立。对于所谓的当权者要维持一个超然或是一个所谓的适当的距离，这是当然的要求。但因为。当你有想到说，哎，未来会怎么样？其实，在你想到的这个意念的同时，其实有可能就会有偏差了。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假设，甚至于是视为每一个大法官心中都会这样想，这个依据何在？所以我还是认为，就是说未来要如何做一个司法的独立跟公正性哦，我还是希望黄被提名人能够在这里做个承诺啦。哦，那接下来有关那个黄教授，其实本席看了亲民党党团对大法官被提名人提出的六题问卷哦，你有三题的回答分别是不宜表达政策立场，也不是大法官的职权范围，包括与职权无关这些方式拒绝回答。那但是呢，目前你或许是准大法官，但其实不是已经是大法官，所以希望等等本席就教的问题，如果你认定是属于职权以外的，也希望黄教授你能以你个人的学识也好，经验也好哦，提出你对司法上的一个见解，这样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我只能就大法官职权范围之内的问题回答。哦，所以如果是以你的个人学识经验，这个你也没有办法。对于你司法上的一个见解，我们也可以要理解。我有想法，我很想讲，但是这个场合不适合。Okay. 因为我觉得这毕竟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哦。那首先，对于本来属于台湾美丽风景一环的博爱座文化，大家都有在提。那最近呢，却因为出现了一些正义魔人，有时伤及无辜或引发争议，譬如说哦 ，PO 上网啊，然后甚至让很多人受到伤害。PO 网之后哦，那甚至民众也在国发会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的平台上呢，提案要废除博爱座。那因此想请教，对于博爱座。到底该存还是该废？黄教授，你的意见为何？这请立法部门跟行政部门决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社会中已经非常普遍讨论的这个社会议题哦，所以我认为其实黄被提名人你应该有相对的一个看法啦。大法官不是万应公啦，什么人来摆什么问题，我拢会回答。好，我的限制，我今天是请委员的当。那我再请教你，如果因为这个其实在社会中已经被普遍讨论，身为大法官你本来就应该有相对的态度，让民众可以了解
哦，那接下来我在想问，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像正义魔人有，就是像我讲的，譬如说他有可能 po 上网了，然后让许多人可能不舒服了，甚至难过，那这样子的正义魔人是否也有侵害人权之余啊？态度上我们是可以探讨的啊。对，他确实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譬如说肖像、名誉、隐私。那在我国现行的制度底下，这个基本上是第一个，他可能会有民事责任，比如侵权行为，还要到民事法院里头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更严重的，在特定的要符合要件的话，他也许会构成可能刑法上的某一些的妨碍秘密种种、那些罪名。但是因为这个都是属于优先要由普通法院的体系里头去处理的，所以这种案件其实以现在 的制度没有办法直接到我刚才那边来。OK， 那我再请教一下，像最近引发风波的国中老师萧小玲免职复职的争议哦，其实包括整个行政救济的程序，到最后最高行政法院审理都已经定验了这个事件哦，但是外界批评最后却因为台北市柯文哲一个人的坚持，好像没有去看到所谓的诉讼结果，让萧老师复职之外呢，包括我们还要赔偿过去九年诉讼期间的薪水。但我们现在姑且不去论什么转型正义啊、政治迫害等等这些，如果就法律程序而言，以由最高行政法院定案的事情，因为市长一个人的见解就整个翻盘了，那到底有没有问题？第一个，这个以目前的发展来讲，还没有宪法上的议题，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这里比较是行政法上，行政机关他依职权是不是可以主动的去撤销或变更他先前所做的行政处分？我觉得那个问题的争点会是在这里。那因为我自己后来已经不再研究行政法了，所以我不敢讲对于，而且这个同意也涉及要去看那个实际上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情节种种，大概才有办法做终局性的判断。那这样子都可以否决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个定验的结果，那到底法律在对于民众来说这是不可认可的，那法律是在这件事情上是崩解了还是坚固了，还是说市场是比法律大，然后政治可以凌驾司法，是这样吗？我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最高定验都已经确定了，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而且 我也觉得媒体用这种文字在讨论，我觉得反而会有误导的效果，因为这个真的是要看案情，比如说那个判决它是针对什么事情去维持那个，然后现在的改变跟撤销的理由是什么？两个之间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样的冲突？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真的是要仔细研究后才有办法下那样的一个论断。Okay， 那针对台南市议长贿选案第二审开庭的时候，前议长李全教也以正副院长选举属议会自治，并不适用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为由，当庭要求合议庭停止审判，还申请释宪。那李全教当时呢，他也强调了，此事属全国一致性的事务，必须符合程序正义，否则他死不瞑目。那黄教授，你的看法是什么？没有看法。没有看法 ，OK。其实接下来我想请问的哦，包括最近大家都在谈居住土地争议的事件哦。那最近呢，几起地方首长所引发的居住争议，譬如说彰化跟台化的这个彰化的县长，然后呢强征台化土地，然后也引发很多波的抗争哦。那屏东县呢，也为了索讨军方大武营区土地进行开发，跟国防部杠上了，要求军方年底也要搬离。那像这样子，地方政府首长的作为是否危险？您指的是地方的哪一件事情？譬如说，他们就强迫说一定要搬离呀。譬如说，你看最近的新闻，譬如说高雄、台南有没有？譬如说高雄的反南铁东移全县自救会的联合会也有在问说，拆迁户他已经去申请释宪了，那在释宪结果还没出来之前，政府却迫不及待想要去拆百姓的房子。那他们认为居住正义在哪里？像我提的，就像这几个案子，那未来他们申请释宪或者在释宪过程中，现在这些案子都还没有处理，包括他申请释宪结果也还没出来，那地方政府到底可不可以照常拆，还是要停止拆除？那像这也有人说啦，像这一些的譬如说我们拿过去苗栗的大埔案来说，其实在区域征收的时候，其实它的严谨要件已经说明得很清楚嘛，那它其实不
不，譬如说大埔它不符合所谓开发的这些原则，而且挂上科学园区的假帽子，然后用来土地操作，所以很多人就说，像我刚刚所提的这些案例哦，就是可能可以更说明的清楚，让黄教授了解。当然很多人都说，哎，是借都跟侵犯民产，那算不算？到底算不算是一个违宪的行为？因为我刚所举的这个案子，譬如说，彰化也好，或者是包括屏东也好，这几件案子是不是跟大埔苗栗也有类似的地方？那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到底算不算一个违宪的行为？刚刚委员提到的其实是可能很多地方县市所发生 的案件，那不同的案件可能都有它各自不同的案情所涉及的可能相关的法规命令内容种种也都不一样，所以我想这种问题，而且在我没有真正看到这些具体的资料之前，我实在是没有答案。OK， 那接下来我再想请教一下黄教授哦，因为回到这几天，本院同仁陆续询问诸位大法官被提名人的国家定位跟认同的问题哦。那虽然这个跟实质视线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但是我相信这绝对是衡量大法官对国家忠诚度的指标，你认同吧？不认同，不认同。OK， 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照你是不认同，那问一下你的态度，你认为目前两岸关系要如何形容？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还是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还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过去大法官328号解释曾经认为，固有疆域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好，那我想在这是目前继续的解释。那这个问题既然是那么重大的政治争议，即使从宪法解释者的观点来讲，比较好的解决的场域跟途径，应该是让台湾2300万人自己循民主程序慢慢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放心，我委员会长应该不会放心让15个大法官关起门来，然后就出来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答案，这样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应该是要尊重2300万。循民主正式的程序，我觉得去化解，因为这个事情说实在也不是这两天的事情，已经那么久了。OK， 所以你是给予尊重。那你可以简述一下，那目前民进党政府对于国家主权的认知到底是如何？我不是民进党党员，我通常我不会很注意这些事情。OK， 为什么我这样问？我知道你曾经撰写过一篇《指两用中两国论》的宪法分析，对吧？那在该篇文章中，你也提到《两国论》是对两岸关系的现在式的法律定位，是吗？这个是现在哦，因为当时候我是指当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所称的那个《两国论》是在检讨，1999年。七月的时候，当时候李登辉总统所提出的一个主张，所以我那个是一个等于说是在分析说这样的一个主张到底可能在政治上或在宪法上，它可能的这个所谓的影响或的理解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当时下的这样结论是指1999年，所以因就是时间跟氛围的不同，所以会有不同的解释，是这样吗？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两国论不是我的主张。我是不是你的主张，我是写文章在分析当时候李登辉总统所提出来的主张。那按照你的逻辑，既然就是我，因为那个文章我们大概翻过了一下，既然两国论是两岸关系现在式的法律定位，那时候您的主张，那也就代表我国宪法及其征修条文也是一部两国论的宪法吗？我应该没有那样讲，我想没有，就是你有这样写，我要再写一次，因为我是在分析别人的主张，说这样的主张大概在我们宪法底下或在法律底下到底可以怎么理解。那目前您怎么看呢、啊？看这样子的，因为你一定有做研究了嘛。我想回答过，因为如果我今天是学者，当然我想我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再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不过因为今天我是被提名人，将来我要从事的是视线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框架，在这个制度底下，我想我的比如说所谓的学术自由一定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大。那我只能说，如果我刚刚也回答了委员的这个问题，既然是那么重大的政治争议，我觉得就让2300万人慢慢的循着民主政治的程序去解决。OK， 为什么我想要问一下您的态度？因为蔡英文总统在520就职演示演中
的时候不断强调说，要维持现状，强调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去处理两岸的事务。那难道就是说，如果是你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指的也就是说，蔡总统的论述其实是两国论的论述？可能他没有办法做那样的引申。我刚一直强调，就是程序上这个事情在程序上就是透过民主程序去解决。Okay, 那这样的说，如果啦，假设是这样的说法，到底是帮了新政府还是害新政府？如果今天是两国，大家可能认为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是两国论的引述的话，那到底是帮了新政府还是害了新政府呢？这要去问新政府，不是问我。Okay, 那接下来为什么我会问刚刚这一些，就是您的态度、您的观点，包括您曾经做过的文章跟研究有关两国论的部分哦。因为呢，包括许中立、许志雄教授跟您哦被提名为大法官后呢，外界都批评说是意识形态非常色彩鲜明的，那恐影响未来对释宪案的公正客观。那更认为你们都是独派的大法官，那你怎么看？我应该是说，如果要问我个人的感受，我不喜欢用这一种很标签式的称呼去定位一个人。我自认我还算是一个复杂的人，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一个这么简单的标签把我定位。OK， 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呢，就像您曾经做过研究也好，或者是外界认为你的色彩是独派的非常的鲜明的大法官也好，其实这是不是象征着未来两国论它会将路线？那这种类似像蔡总统提名你们是要借着释宪来达到制宪的铺陈的阴谋，外界也这么说。那黄教授，你怎么你是不是认同？外界的说法是他们的言论自由，我只能这么说。那你觉得这个阴谋论到底有所本吗？还是谣言止于智者？那就采取委员刚刚讲的后说，谣言止于智者。因为如果有着这个是我们大家所质疑的，如果呢这些所谓外界标签化你们所谓的独派大法官哦，或两国论的思维的大法官，到底能不能成为中华民国宪法忠诚的守护者或捍卫者？这个黄教授，你能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捍卫者吗？我一直在研究宪法，这当然是我的本行。那至于说，能不能捍卫中华民国宪法？至于说，在这种的讲法的背后，其实早就已经预设了某一种的政治审查，比如说特定的政治立场的人才能够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反而是不开放的。Okay, 因为第一个，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在我来讲，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去定位徐老师、许中立两位徐老师，许中立跟许志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我实在不晓得他们定如此所谓的定位的依据到底是什么。而且我只能说，利用这个机会讲，在这种比如审查或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再的用这一种强迫一个人去表态，强迫一个人一定要喊爱国，强迫一个人一定要喊我拥护这个，我觉得台湾应该已经要走出这个时代了。那你到底能不能成为捍卫者啊？就是现在不论一直都是宪法的研究者，所以你认为是研究者，但能不能捍卫者？等我变成大法官以后，我会尽我的能力去阐释宪法，尽我的能力去维护人权。好，那许志雄教授日前被询的时候，也表示以他的立场来看，台湾是国家但不是正常的国家，但现在这部宪法是当年在中国的时候制定的宪法，那这个宪法也不是为台湾去量身定做，他这个说法你认同吗？对于其他被提名人的主张，因为将来可能是同事，我不便评论。OK， 那如果那接下来我想请问，如果台湾不是正常国家了，你不便提名不便评论嘛？那现在就是说，我请问，如果台湾不是正常国家的，那把国号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它会不会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个就政治问题了。那台湾要怎么样才能变成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我想，立法院大院里面的各位委员在这一方面应该都比我更懂。OK， 那还有许志雄教授也说，他不愿意唱国歌哦，是因为良心两个字，认为呢三民主义有问题。你的立场是一样的吗？不太一样。那你的立场是什么？我五音不全，我不会唱歌。你不会唱国歌？我不会唱，我五音不全啊。那
他说了，良心说了，难道有良心不唱国歌？那唱国歌的是不是就没良心？我想没办法那样解释，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一个民主国家不应该强制人民去表态，包括对于象征国家的国旗、国歌这种所谓的政治图腾。比如说，我举一个很扼要，美国曾经发生过例子，好，强迫人民向国旗敬礼，那这个最后被美国最高法院宣告违宪。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未必跟国家认同有关，即使是国家认同没有问题，他们就是从民主、从人权的观点来讲，是不是可以强迫一个人一定要强制表态，说我爱国，我爱这个，我爱这个？关键是在这里。所以我个人比较好奇，我想请教一下许教授，所以你从小到大都没唱过国歌、哦？小时候有，那也因为小学到高中都唱，在我来看，我的唱歌的配额已经用完了，我现在已经几乎不能了。哦，所以高中以后就不唱了，就对了。那如果觉得现在的宪法有问题，未来是先是根据现在中华民国宪法，但还是呢，大法官也有自己的新政，因为你刚刚也提到嘛，不能用强迫的。那未来大法官会不会是由自己的新政呢？您指的新政是指？就是你自己认为认不认同这中华民国宪法？为什么我这样问哦？你如果要担任事宪工作大法官没有错嘛？那本身对这部宪法如果没有办法认同，到底会不会很吊诡或者很矛盾？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那么简化的来讲，因为第一个什么叫做认同？比如说人民、立法院也都有可能会提出修宪的主张。那是不是修宪就表示对宪法不认同？因为你认为宪法不好要改啊，对，所以我说，在我来看，因为认同这个真的是政治用语，我一直避免掉进或在这个地方，因为去做文章，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概第一个真的是会影响到，会对于整个大法官不管是个人或整个制度的这个所谓的政治中立的运作会有影响。好，那再来，我觉得它只是增加混乱，于事无补。OK， 那为什么这样问？如果今天中华民国宪法，你觉得它或许有问题，我们不要说它很烂或者不认同。你刚说认同很难去界定嘛，哦，那你认为它是有问题的？但是呢，未来许教授担任的又是中华民国宪法守护者的大法官，但你未来也是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法官，却没有问题。就是你不认同中华民国宪法，你认为不认同，然后你认为它或许是有问题的，但是你却担任中华民国宪法的大法官，那？这样给外界感觉是不是？那只要能当官就没问题啦。即使我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我刚刚的讲法并没有任何的意思说我不认同这部宪法。那你承不承认？我刚讲法的重点是对于这个问题，我拒绝表态。哦，拒绝表态，所以不是不认同。即使我认同，我也不会讲。OK， 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就是说，你到底认不认同？如果你今天不认同的，可是吊诡的是，你又担任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守护者的大法官，而未来又是担任中华民国宪法守护者的这个角色，那是不是只要当官，这些即使你不承认，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哦，所以这是我想请问您的态度。好，接下来黄教授，你会不会认为你跟许中立教授、许志雄教授，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那这样到底会不会未来工作的时候会不会精神错乱，还是神经分裂？因为真的能够好好适任中华民国大法官的这个工作吗？总统提名我也接受提名，然后今天到大院来接受审查。那这个问题就留给大院，透过同意权的行使来认定。OK， 那要怎么样？要如何你才能做好大法官的工作？你打算如何好好把这份工作做好？尽忠职守，案件如果有进来我受理的，我会认真的办理，然后在里面我会去贯彻我们宪法中维护人权刚刚很多委员指教的，比如社会正义的这一些的，至少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识形态，我个人的价值理念，比如说我认同我觉得弱势保障是重要的，我会贯彻我个人的意识形态到这一部分的解释里面去。所以是贯彻您个人的意识形态，包括我刚所强调，就是像比如说我重视社会正义，这也是我的意识形态。其实这个我有点担心，就是许教授，就是我不太就是听到您是贯彻个人的意识形态，好像感觉未来的大法官心中都有一把尺哦。那到底能不能真的扮演好所谓司法独立的这个角色，其实我们是有所期待的
哦。那接下来，除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见解哦，其实刚刚您提到曾经做过研究的两国论，其实已经让人很不放心了。那本席还发现，你对我国在南海的主权，看来也要放弃，是这样吗？谣言止于智者。为什么我这样说？这不是谣言哦，因为你在脸书上发表对南海仲裁案的看法，其中你提到该仲裁判断是台湾从 U 型线主张的长期泥沼中脱身的良机，实在无法理解，从内政部长到外交部长都还在主张1947年的海图等云云，那这个应该是你脸书 PO 的吧？没错。哦，那可不可以请你说明一下，对于我国在南海主权上的议题上的主张到底是什么？这个涉及政治部门的立场，我今天站在这里，我不适合再发言了。那是可以放弃我国长，就从你的脸书的态度，我想请教一下，是可以放弃我国长期以来宣称我们拥有南海有诸岛的这些主权吗？还是我们只要保有一个太平礁就可以了？还是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让政治部门去决定。你的态度很重要啦，哦，因为不要。但是案子不会进到接下来，大法官讲不了什么话。没关系，接下来，因为您这样的回答其实就非常的显著哦。那如果你因为这样看来，就包括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两国，您曾经做过的研究的两国论，包括现在就是说，如果您连我国的领土可能都无法全力的捍卫情况下，那我们如何要确信您会捍卫中华民国宪法？那就请大院的委员考量，委员您现在所提到的这一点，作为你们行使同意权的基础。Okay, 那您在这里要不要替自己就是说明一下，就你未来会不会捍卫啊？我已经一再讲过了，我研究宪法，那是我的专业领域，也是我的兴趣学术上的爱好所在。那我今天有幸如果能够担任这个工作，我当然会尽我的本分，尽我的能力去做好这件事情。那不会只一个人的，就是您刚刚说一个人的意识跟意志去行使嘛，对不对？我想委员可能个人的色彩跟角度，可能一直误解我刚讲那些话的前后跟意义。好，没关系。接下来哦，我想请教，因为你的论文对于违宪但有效的宣告方式哦，提出有很多的检讨。其中文中章呢，特别提出违宪继续有效之时序、其长短依据及必要性，大法官却很少说明。那这部分你可以请您说明清楚吗？哦，我的意思就是说，大法官在长期以来已经采取了，而且用来很多所谓的定期失效的这种宣告的方式。但是过去对于为什么这个法律要让它，比如说延后一年、延后两年才失效，这个理由其实通常在解释书里面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交代。甚至于说，比如说为什么是一年六个月，其实这个期间的长短，比如说你是到底是考量到行政机关修法，还是立法院的这个会议的考量，这一部分其实我也认为应该将来在解释书里面要尽量的来说明清楚。那因为在你的文章指出，根据宪法171、172条规定，违宪但有效的宣告方式哦，就您刚说，比如说特殊的情况而不该被普遍使用。但是根据统计，2008年到2012年间，定期失效解释占了61%以上。那对于这样的发展，如果您未来担任大法官了，你有什么改善的建议？我自己的应该说学术立场是比较倾向于应该要限制使用定期失效，也就是能够不用尽量不要用。因为当一个法律被认为是违宪，比如说通常就是比如侵害人权，那这个时候应该让它尽早的失效。当然有时候有一些困难，因为让一个法律马上好。谢谢陈委员，谢谢黄贝提名人。下一位，我们请徐委员永明询问，询答时间为30分钟。有请黄教授，请黄贝提名人。委员好，黄教授你好哈，那个今天有没有
被要求唱国歌啊？有被问到。OK， 其实我会觉得很有趣哈，在台湾政治有个风气，刚才黄教授讲得好哈，我们不应该强制性的要求人民在政治上做一些表态。可是很不幸的，台湾政治人物好像有这个压力。那黄教授，你们进了这个审查程序里面，其实你们也是半个脚踏进这个政治圈。我们的总统按照程序是在唱完国歌以后才出现，在国庆的典礼上面，可是媒体就说没有，他是为了要必唱国歌。我们的地方首长每个人嘴巴都被检验，到底有没有唱国歌？我们的行政院长被检验，唱了大声还是小声？黄教授，我想请问你，我们的国歌是从哪里来的？历史很久了啦。那我最近大概稍微研究了一下，那个应该是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来，黄教授，我帮你准备一个比较齐的。谢谢。对，我年份我无法记得。民国26年。这个6月17号，国民党中常会决定的，也就是说，在民国26年以前，民国26年7月以前，中华民国是没有国歌的，所以我们有四分之一的日子啊，以中华民国年纪来算，有四分之一日子是没有国歌的。可是现在国歌好像已经变成唱国歌，已经有点像 witch hunting 哦，猎巫，就要看用这东西来检验大家的政治忠诚。黄教授，你看哦，这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公函啊，它上面写得很清楚，查我国国歌器未正式制定，前经本会第三届第78次常会决议，在国歌未制定以前，各位听好，国歌未制定啊，本党党歌，本党党歌，中国国民党党歌代用。也就是说，现在没有国歌，拿党歌来代用一下。好，代用是很清楚哦，甚至连国民党中常会也不认为这是正式的国歌啊。知以国歌之成，必有其历史。现行党歌为总理训词自13年以来，其使用于国民革命军，其既普及于全国各友邦，亦皆习用。重新另制，转衔升强。也就是说，做一个新的国歌现在很麻烦呐，兵荒马乱呐，好，所以就用党歌，用总理的训词当作国歌。黄教授，国歌，昨天另外一位，我们看一下詹森林，好，詹森林教授讲说，国歌并不在宪法位阶上面。我那时候觉得很有趣，哎，对，我们宪法里面第6条只有规范国旗，所以我想请问黄教授，那国歌的位阶，它的法律位阶在哪里？我们宪法第6条是有规范国旗啦，它里面讲得很清楚哈，青天白日，然后满地红。国歌没有宪法的明定，那我的理解是，似乎也没有法律明定。有国歌法吗？我的理解，我的印象好像是没有，所以最多我想它是大概是一个类似像是一个行政命令，用行政命令去实行。连行政命令都没有啊？你知道最多只能认定。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它在第11条有讲。升降国旗之仪式如左，全体肃立，唱国歌。我找到法律里面有国歌这两个字的，只有在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可能有其他的我找不到，至少我找到的是这个。所以请问黄教授，两个角度，从转型正义的角度，台湾需不需要一个把这个代用的党歌废弃掉，自己弄一个新的国歌呢？还是老话一句，就这是政治议题了哈，政治程序决定。好，这应该是立法院的职责了。其实我这边要讲说，如果这个国歌位阶，如果从法律上它不在宪法层次，制定新的国歌需要修宪吗？应该不需要。好，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国歌法。可是很重要就是，那我们国歌的内容是什么？前面不断的强调，这是民国26年，
国民党中常会的，而且国民党也自觉这是代用，现在要做重新令制转衔升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时机啊。当这么多人这么重视国歌，甚至用国歌来做一个检视政治忠诚的指标，就我们发现我们的国歌位阶竟然是如此不清，不在宪法层次，甚至连法律的内容规范也没有。我常觉得有趣，那到底如果大家真的关心国歌，我呼吁我们立法院同仁啊，真的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的国歌内容是什么？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国歌法？哦，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的确是有国徽国旗法。哦，我真的不晓得说之前为什么这么多我们的教授们，在被问国歌的问题，这是转型正义。第二个，那言论自由，国歌歌词里面最被诟病的就是所谓无党所宗。黄教授，你说你小时候也有唱，那个党是指谁？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国民党。对，他也讲了，这是他的党歌啊，所以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无辈。可是现在有被问到军人是否可以不唱国歌，他说根据这个中华民国军人礼节法，陆海空军惩罚法要来处罚。就像你讲的，人民不应该被迫做政治表态，请问这有没有违反言论自由的问题？我想没有办法给一个立即性的，这是你之前咨询的回答，你认为个别的民众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压力啊。我知道，但是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是针对军人，好，那针对军人部分他的权利义务，因为军队种种的关系，他或许会比一般人民会受到一些更大的限制。那我只能说接下，但是我这样讲也并不表示那个就一定是合宪，我只能说要真的是要看相关的那个规定，然后整整在才有办法评估。黄教授，我跟你讲，你回去查一下他所谓中华民国军人礼节，其实我查不掉这个法律，他关于陆海空军惩罚法里面也没有讲到不唱国歌的惩罚。我意思是说，国防部是不是在糊弄大家？我们对于所谓唱国歌在政治上变成一个猎物，可是我们去看他根本缺乏一个法制化的要求。当然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立法院的责任。那黄教授，我知道其实你除了研读宪法之外，你对公民投票也非常的熟悉，应该是我想应该是12年前吧，我有幸跟你一起去欧洲考察这个公投。我想请问，公民投票是不是应该设门槛，投票率的门槛或是通过的门槛？台湾很有趣哦，最近有一个离岛这个观光赌场，就是在澎湖举行两次公民投票，一个是2016年，一个是2009年。其实它的投票率都不过半。其实它是根据我们有一个离岛建设条例，开放离岛设置观光赌场，依公民投票法先办理地方公投。可是有趣的是，它这个投票结果应经有效票超过1/2同意，投票人数不受投票权人总数1/2以上之限制，也就是他把门槛拿走了。我想请问黄教授，上面的公投法有门槛，离岛条例专门为了这个观光赌博、观光赌场把门槛拿走了，那到底公民投票是不是应该有门槛？基本上我觉得这是立法政策去决定，那门槛本身没有。我现在在问的是学理上，我当然知道这个是立法在决定，这也是我们立法者怎么会母法上面没有门，有门槛下面立一个条例里面甚至多出一条这个。可是从学理上，公投需要设门槛吗？澎湖两次赌场公投其实它的投票率都不过1/2，如果按照现行的公投法它是无效的，可是大家都还是接受这结果，大家都是认为它是一个澎湖人民表达他们集体意志的结果，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设门槛？门槛的高跟低会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以我所接触到的，就算是设门槛，大概通常也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门槛，而不会是一个过高的门槛。
第一，可是你知道最近国际上瞩目的两个公投，英国脱欧公投有没有门槛？没有门槛。苏格兰独立公投，这是之前有没有门槛？这都是在决定，这已经上升到主权事项了，不是一般的公共政策而已，他都没有设门槛，而采取简单多数。苏格兰甚至觉得脱欧公投这样的结果，他们甚至认为说他们要有新的一次的这个独立公投。那马祖跟澎湖的博弈公投也是采取简单多数，没有门槛，会不会符合比较符合我们这个主权在民啊，票票等值这样一个价值？理念上我是比较倾向于赞成，就是说尽量尊重人民的决定。立法者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不需要去设太多这种不必要的限制，尤其是高门槛很容易会变成比如说不出席，他反而少数的意见，对啊，不投票反而有影响力的明显的意见，我觉得这个也要评估，所以这些都要列入考。但是我想这个问题的解决恐怕是在大，我想从一个法学教授的角度来请问，如果我们的门槛降成同意票要超过有同这个公投人数的四分之一，那你觉得你这可以接受吗？也就是说本来的二一把它改成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变四分之一，你觉得这个门槛会不会太高？我们在罢免的投票其实好像有类似的这种设计，那个门槛好像跟刚刚委员提到的其实也很接近。对，可是你看啊，如果按照这个条件的话，澎湖在2009年的公投是不会过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门槛的设计啊，我是认为说各位可能跨国的解释，还是从民权的角度应该来讨论。教授，其实你前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大法官会议这个影响力的问题。前面讲到你做出的解释，其他宪政机关、其他权力机关不一定要理你。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会不会是因为你前面提到的大法官常自我局限，有个所谓定期失效的问题。那这里面也很有趣哈，这边是103年3月21号哈，4718号对于紧急性及偶发性集会游行的许可案。他认为集偶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哈，未排除紧急性及偶发性集会跟游行的部分，违反宪法。因自中华民国104年1月1号起失其效力。这是很典型的限期失效、定期失效。那黄教授，你知道吗？同年，这是3月21号的解释文，718号。同年4月11号，这个就有一群学生，因为怕他们的学生被押到这个中正一分局去，也就是说，这个释文哦，是3月21号出来的，就4月11号的时候发生这样一个所谓紧急性及偶发性的集会，就被依违反集邮法聚众不解散之首谋等罪起诉，就是这些学生。我就说，大法官在三月的时候做出违宪的解释，结果4月11号，我相信那个违宪解释新闻很大，结果4月11号。有这样一个紧急跟偶发性的集会，结果就被用集邮法起诉。作为一个宪法学者，你觉得未来还需要有这种定期失效吗 ？OK， 我分两点。第二个，就算你定期失效，警政单位应该知道大法官的见解为何，而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还是进行用公权力，用一个已被宣布失效的违宪的法律去处置这些学生。我分两点回答委员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定期失效是不是还应该继续用。虽然我个人过去研究，如同你这边所秀出来，其实我对这个制度也一直有批评，但是在现实上，我可能。
我只能说它大概是没有办法完全消失。好，那现在问题说要怎么样去解决它留下来的问题？那就是第二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比如像以这个来讲，它留了一段时间，而且是到104年1月1号以后才失效。所以换句话讲，你反面可以说103年12月31号以前，这个法律是处在就是一种所谓的违宪但有效的矛盾状态。那这个问题其实是长期以来一直留下来的问题，也不是只有这一件。结果涉及到说，在这个时间之内，法院能不能继续适用这个违宪的法律当成审判依据？还有更困难的，行政机关能不能适用这个法律？那我知道前几年司法院大官审理案件曾经想要修法改变这个问题，里头有明定，如果是这种情形，在这个期间，法院就不能再用，他甚至应该要停止审判，等到新的法律，比如大院修改出来，或者是这个修效失效，再依照将来那个情况来判决，但是留下一个尾巴，就是行政机关到底在这段时间怎么办？其实那个法律草案里头没有明定。那我觉得这所以那是一个法律草案。对，但是那个法案因为届期不连续种种，可能要重新来过。因为黄教授，我的看法是说，因为从你对王定宇的回答里面，以及刚才前面的回答里面，我觉得大法官都有一个无奈，或是一个体恤这些行政部门定了一个所谓定期失效，以及你刚才讲的违宪但有效，这会让人家觉得说，如果你在3月21号已经做这样的决定了，4月11号发生类似的事情，我觉得这不只是修法的问题啊，而是整个行政部门是不是尊重大法官的看法？我想这也不止看法，这是你们的一个视线文啊。好，在我会赞成，我也会认为，在即使在这种情况底下，行政机关应该要尽可能的自治了，也就是说，要尽量减少，甚至避免再继续适用这个违宪的法律。我当然知道大法官的权力有很多限制啊，可是，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司法院或大法官们不能有个看法出来吗？您说的看法是解释文出来以后。我的意思是说，不知道，我在想是不是有其他的作为，否则违宪但有效哈，你就离非常多的空间，给行政部门有裁量权。那你讲的法院可能可以停止审判，好，可是行政部门可能会持续的在做哈。那我为什么觉得这问题很重要哈？因为我知道你是少数这一批提名里面留学美国的，好，那你之前也对整个美国的中央政府体制有很清楚的研究，我想请问了，所谓元首跟行政首长，它的概念跟界定是什么？美国总统是元首还是行政首长？两个都是。好，那元首跟行政首长的分际在哪里？基本上话，这个叫回到那个国家的，比如成文宪法的规范，以及它的比如宪政惯例所形成。一般来讲，我只能说很抽象的讲，国家元首或元首通常是指，因为它是象征整个国家，所以它代表的是整个国家，尤其是在对外。但是也因为它的象征性，所以它的所谓的权力多半都是仪式性的。OK， 多是仪式性的哈，我们可以想象到几个国家的这个所谓君王都是这种所谓国家元首哈。我想请问，那在台湾，我们会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总统跟行政院长谁是国家的行政首长？我们的宪法规范是如何？两个都是，两个都是。大法官4至627号解释曾经处理过这个问题，在那号解释里面，行政院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宪法53条明定，而且从来没有修改，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最高行政首长。那总统一直是个问题。那627号解释应该是到目前为止讲的最清楚的，他是说大概是在宪法及征修条文所授权的这些范围之内，总统也是最高行政首长。所以我们的行政权力是总统跟行政院长一起分享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讲。那他们的分际在哪里？还是没有分际的问题？有没有高低的问题？上下的问题？我只能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宪法比较复杂的地方了。因为总统对行政院长有人事的这个所谓的
任命权，但是行政院长就行政院各部这所说还是最高，所以换句话讲，他们两个人之间从政治的实践上来讲，因为人事任命权的关系，可能会是政治。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宪法的规范不是很清楚？好，因为我同意你的看法，总统跟行政院长都分享这个行政权。修宪以来，直选以来，甚至在实际运作上都有。可是我觉得这个分际，这个上下的关系，为什么？因为行政院长必须对立法院负责，哦，这也是在宪法里面规范的。可是总统并不需要对立法院负责，这个权责关系在这边就模糊掉了。有人分享行政权，可是不用向立法院负责，那请问这个部分有需要修正吗？要如何修？当然这个就涉及到修宪了。那我想基于视线者的可能视线者的角色，我不便对如何修表示意见。那我只是提出来，就是说，权力之间的关系，当然因为我们宪法使用的是负责，但是其实如果从我的看法来讲，其实也不要忽略了，有时候制衡也是一种负责。对，制衡也是需要哈，这是说制衡也是一种牵制，也是一种监督。哎，谁对谁的制衡？立法院对总统的制衡，透过立法权，透过预算，其实还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制衡关系存在。制衡关系存在。现在这是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的一个看法了哈，他也是看到你看到这些现象哈，他里面有几个要求，他呼吁蔡总统应该到立法院接受询答，推动修宪，厘清总统跟行院长之间的权责划分。好，那他对立法院也有呼吁了。哦，希望立法院邀请总统至国会报告进行实质的询答。哦，修宪前通过总统职权行使法之立法，将总统的行政权责法制化。这些很多都是你在法政界的朋友，你对他们这个诉求的看法如何？就里面如果涉及到修宪的部分，我刚刚讲过不便表示意见。那我想我大概如果跟宪法解释会立即相关的，大概就是对总统的呼吁的第一点，就是那个决策协调会议这个地方，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我不认为目前存在的这个决策协调机制又是违宪的，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宪法不清楚底下灰色地带，而且以历任总统都有，我这个机制本身不至于到达违宪，反而我会宁可把它看成是一个在发展中的宪政惯例。发展中的宪政惯例，那照我们的宪政规范，需要将它法制化吗？将它明确化吗？能够明确化当然更好，当然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因为它涉及到修宪，可能那他对他们的第二个诉求。权责相符，致力法院接受询答，你的看法如何？这个就是回到刚刚的问题，我对权责相符的理解，不见得就是，比如说，它就只有一种版本，因为立法权负责，一定要采取咨询，预算也是有制衡的关系。我觉得那种权责监督关系其实可以很复，包括我今天总统提名我要经过立法院的审查，这也是一种制衡。好，所以这一步，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宪法中条已经有明定，立法院是可以邀请总统来进行国事报告。那这一步因为过去一直都没有实现，那因为这个宪法已经有明文规定，所以如果大院希望好好去运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已经有依据而可以去运用的。那他对于立法院的呼吁，哈，第一个当然就你讲的邀请总统至国会报告这个部分。啊，至于所谓总统职权行使法之立法，这一部分。当然，这涉及到立法政策的问题了。我只能从宪法上来看，它可能的这个宪法的界限，或是我的思考的方向。基本上，我认为各个宪政机关的权力如何行使，这个是核心事项，这未必适用，甚至不应该，当然是用法律保留。我同意啊。宪法最重要的规范，其实除了保护人民的权利之外，另外就是这些宪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跟游戏规则嘛。好，我想这是宪政制度的一个核心。可是现在推行修宪非常困难，而且像你讲，这个宪政惯例正在不断的发展当中。我完全同你的看法。从我们有民选总统以来，从李登辉、陈水扁，甚至马英九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可是你如果不给他明确化，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明确化或予以法制化是相当重要？我当然同意，最好是到宪政这个层次。好，
我跟你分享一个脸书的看法，他说这是一个脸友的看法，不过他不是一般的脸友啦，他今天已经变成总统府的代秘书长。他说如果对宪政的理解陷入宪法的文字咀嚼和对学理的主观爱好，因而过度远离了国家运作的现实所需以及民主政治的尝试，这才是严重的问题。我觉得他的看法不错，可是因为他是相当拥有权力的，他现在是总统府的代秘书长，如果在这个分享行政权里面的核心人物，他也参与这个决策会议，他觉得他做这些事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哦，这些谈这个分际，谈这个制衡，谈这些权责是咬文嚼字，其实我觉得这就会有点危险。因为如您刚刚所说了，他目前是算是也是府方的，那我想以我的现在的身份，我不适合就对他的言论直接有任何的评论。其实我这边只是要彰显，就是说，这个就像你讲，这个宪政惯例，好，你讲这个宪政惯例正在发展当中，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范围，它也没有很清楚的内容。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美国很多总统越权的事情，都是在这个事情这个阶段会发生。好，所以我觉得规范之所以需要，当然我不一定完全同意民主平台看法，可是我觉得。民主平台这些朋友提出来的这个呼吁，我觉得是值得总统府跟立法院注意的。最后我问一个问题，这个是目前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英语毕业已经视为一个门槛，这只为各位可以看到各大学里面你毕业都有所谓全民英检或多益，你必须到哪个阶段多益到几百分。那这里面有个讨论，其实1995年4380号就有个释宪案，其实他在谈的是大学法细则就共同必修科目之研定等规定是不是违宪。当时的看法是，各大学共同必修科不及格者不得毕业之规定，涉及对毕业条件之限制，哈，依大学法第23条、25条这些规范，哈，他认为是有违宪之嫌。那现在有个争议，就是说他不去定这个共同必修科，他透过补助跟评鉴，迫使各大学把这个英文做一个门槛，成为各大学订立的。好，请问。教育部这样的作为有没有影响到大学自治？有没有影响？会不会有违宪？违反第380号这个释宪？会影响到大学自治，但是这个影响是不是已经到达明显违宪？这需要看他那个所谓的评鉴办法里头那个条件跟经费分配那个条件的设定的强制性到多高。实质的情况是这样。所有拿到评鉴跟补助的都有这个英文毕业的门槛。黄教授，我为什么拿这一题来问你？第一个，我觉得它是透过资源分配跟评鉴的权利来影响大学怎么制定它的所谓共同毕业的科目跟条件。那之前其实在之前在讨论了，其实就是说你如果去定共同必修科，这是违宪的，380号讲得非常清楚。可是他用另外的方式也达到这样的效果，好，这是另外一种共同必修课。我要讲的是说，为什么我们大法官释宪非常重要？因为权力的运作无所不在。当你没有很清楚的规范它，当你宣布这一边是违宪的时候，它通过其他资源的分配、评鉴的权力，其实可以达到那样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你同意总统跟行政院长是分享这样一个行政权力。可这个行政权怎么去界定？当然，立法院有一些方法可以制衡总统，可是他跟总统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疏离的，非常疏远的。所以我一直说，如何去法制化，
如何强化大法官的职权，甚至我们前面讲的违宪但有效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少存在一些？好，谢谢徐委员，谢谢黄贝提名人。报告全院委员会，本日上午对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黄昭元询答部分到此为止，谢谢黄贝提名人列席答询。全院委员会自10月13日、17日、19日及本20日上午，共计3天半时间，分别进行对司法院大法官，并为正副院长被提名人许宗立、蔡炯敦及5位大法官被提名人许志雄、张琼文、黄瑞明、詹森林及黄昭元等相关事项之询答，均已审查完毕。现作以下决议，提报院会以吴继明投票表决。现在散会。